不好意思，刚刚有一点堵车，迟到，跟大家致歉一下。包委会本周一、三、四一次会，现在继续开会。今天上午议程是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原能会及所属单位预算案。我们今天只进行询答，那有关停案起在11月18日下午5点以前提出。我们首先介绍在场委员，有我们苏巧慧委员，柯志恩委员，还有吴志阳委员。那也谢谢谢主委，还有原能会所有的伙伴哦。那我们现在先请谢主委进行预算报告，报告时间10分钟，好不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就本会106年主管预算案列席报告。首先，对于大院委员对本会的支持及指教，致上敬意及谢忱。对于大院上年度审查本会主管今年度预算案做成的各项决议，本会已遵照大院要求完成各项说明及资料提供，各项办理情形请参阅报告附件二。本会依据行政院106年度施政方针，配合中程施政计划及核定预算额度，一、确保核能电厂及废料安全，保障环境及民生辐射安全，原子能科技应用研究发展，永续能源技术及策略研究，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等5项施政重点，编定106年度主管预算，其中税入部分3亿582万4千元，税出部分27亿6312万8千元。各机关工作重点及预算编列情形，报告如下：一、原子能委员会会本部，原子能科学发展业务编列7900万元。重点工作为施政规划与绩效管理、国际合作与核子保防、公众参与与民众沟通、原子能科技学术合作研究、核能技术及核电厂厨余之安全强化研究等。游离辐射安全防护业务编列4654万1千元，重点工作为执行核电厂辐射安全管制、辐射污善后处理、民生辐射应用稽查与管制、强化辐射安全与辐射医疗品质技术研究、核设施厨余与辐射防护剂量评估验证技术研究等。核设施安全管制业务编列7880万4千元，重点工作为执行核电厂安全与维护管制、材料老化管理评估、耐震及土木结构安全分析、管制法规研究等。核子保安与应变业务编列1348万7千元，重点工作为执行核电厂保安与紧急应变准备稽查、建立辐射灾害鉴识分析能力、整理办理防灾准备与训练、民众防护行动沟通等。二、辐射侦测中心，辐射侦测中心编列7999万3千元，重点工作为核设施周围环境辐射侦测作业、加强食物、饮用水及落尘之放射性含量检测、提升辐射预警监测系统功能、建立辐射灾害之侦测作业程序与快速分析机制等。三、放射性物料管理局，放射性物料管理局编列8646万1千元，重点工作为用过核子燃料、干式储存设施之安全品质、低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厂址选址、核一厂厨余计划审查、推动放射性废弃物之减量、精进放射物物料管理法规、结合技术研发与实务需求等。四、核能研究所，核能研究所编列20亿4255万3千元，重点工作为研发核设施厨余与放射性废弃物处理技术、核一药物与医材产品开发及产业应用，并且配合政府政策推动绿能科技，发展绿色能源产业技术，推广能源技术与节能应用等。五、结语，自520政府改组以来，
政府积极的与各界沟通，以谦卑的态度及有效的方式面对问题，并求取各方平衡以解决问题。本会为加强与民众政策沟通及参与，已成立公众参与平台，并于10月21日就核一厂厨余审查议题召开平台会议，透过双向意见交流，征求公众意见和建议，借由民众参与决策过程，使政策推动更为顺利。2025非核家园是政府既定的政策，本会除依既定时程要求台电公司妥为规划厨役作业，目前正组成专案小组就核一厂厨役计划进行审查，预计明年106年7月完成审查作业，相关审查资讯除上网公开外，并于10月4日在新北市石门区公所举办地方说明会，请听在地乡亲及环团的意见，作为本会后续审查作业的参考。本年度迄今，本会及所属机关全体同仁均本着尊节的原则，有效运用政府有限的资源，全力以赴。无论在核安、福安管制及科技研发方面，都有许多显著及具体的成果。本会持续秉持零基预算的精神，核实筹编106年度预算，并配合国家发展政策检视，调整施政计划，务期将有限的资源做最妥适的分配，以提升行政效能，不负全民所托。未来原能会将以更专业的团队、更务实的步伐进行核安、福安管制。此外，如期废核及核废处理的安全监督也是未来重点业务，同时在相关管制及监督的工作上也更加落实公众参与及资讯透明，争取民众的信任与支持，并持续推动科技研发与创新。敬请各位委员对原能会的预算会予大力支持与协助，谢谢。我先请回，好吧？跟委员会报告啊，这个昨天因为有几位委员都已经先离开了，那昨天在要散会之前哦，发生一件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比较不愉快的事情。那我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昨天在会议要结束的时候要处理临时提案，那么民进党党团恶意的让会议留会，那么委员只有4个提案，都是很中性的。那我认为比较有争议的是公有建筑物超过50年以上的，那么希望在文化资产价值评估这一个办法还没出来之前，希望暂缓拆除，这只是一个善意的，而且文化部也决定要做一些文字修正，但是我昨天认为是文化部刻意要让民进党委员人数不足退席，然后让会议开不下去。那昨天最明显的事情是，当本席要质询的时候，民党本来现场有2位委员，结果被民进党的党团的干部劝离开，但因为本席需要有人来代理主席，所以只好1位委员回来。那回来以后代理主席，我质询完以后，那么现场就剩下我跟民进党1位委员，那照理这时候人数是不足，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柯志恩委员，说请柯委员来支援。柯委员马上放下所有的事情，赶过来要来开会，已经说在路上了。结果民进党有位委员在现场讲说，如果柯委员来，他只好离开，因为要让他没办法成会。后来我就把这个罪就怪到文化部上面，他文化部来跟我解释说，他们有做过文字修正，我们的提案没有什么争议。那后来他们就说，这可能是民进党党团所做的事情，我不知道谁是谁非了，但我必须要坦白讲，教育文化委员会向来是最和谐，一切都是大是大非为国家在做努力。但如果民进党这样恶搞，你不要忘记，现在你们是执政党，应该要去制衡的是在野党，可是你们竟然是这样的，让我觉得非常痛心。所以我们今天下午原本排的是教育部1点半要审这个解冻案，你看我们用心良苦，但是如果民进党你们要这样做，对不起哦，那本席只好依法来执事。那我在这边做一个宣布哦，我们今天中午质询到12点结束，每一个委员的质询时间20+2，如果到12点这个原能会质询没有结束，我们下午继续延会，教育部的解冻案再另择期。好，我就请民进党党团你们好好思索，如果你们要这样玩的话，对不起哦，吃亏的会是你们自己。我希望你们好好检讨一下，为什么要做这种恶意的杯葛、恶意的留会，为了什么事情？我真的是不太了解。所以本席在这边宣布哦，
大家都嫌我昨天给大家发言时间太少，所以今天请大家畅所欲言。那我们今天执行时间到12点，登记结发言截止时间到10点半，每位出席委员执行时间20，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列席委员执行时间每人15分钟，然后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中午12点准时结束。如果原能会中午12点答询还没有结束，我们下午继续开会，那教育部的预算我们就延后再审。好，以上跟大家宣布一下。那委员如果有临时提案，请于质询结束前提出。处理提案时，若提案委员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原例不予处理哦。若民党委员、后民党党团，你们有诚意来道歉，你们还有时间；如果不来道歉，后面你们后果自负。我想昨天那位操作者也在现场，我就不多说了哦。首先，请发言登记第一位委员，委员志扬，请畅所欲言发言，好不好？必要时可以继续延长。好，谢谢。谢谢赵伟，一向都嫌太短，今天有点，对对对，今天好像没准备那么长。继续讲，继续讲，好。好，那有请主委。好，请主委。好。主委好。好，主委好哈。我想，今天第一件事情向您就教，就是说，啊，最近非常夯的议题，就是日本的核灾的食品好像要进入台湾了啊！原能会的看法是什么？首先，针对这件事情，我所了解的哈，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媒体上的报道的。你们没有参与吗？我们有参与，但是您所说的参与是指什么东西的参与？你们的角色是什么？我们不是有跟着一起去日本去实际观察吗？我就准备要回答了。哎，我们的角色，我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啊，有关石安的这一部分，日本核实这一部分，基本上呢是属于卫福部、食药及我们农委会。啊，我们确定它的这个基本上看它食品是什么啊？如果是鱼产品的话，那当然就是农委会。那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所谓，那这个是他们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对。而我们这个机关主要目的做什么？我们做提供相关的协助，协助什么东西呢？协助帮他们检测。你有协助检测吗？你说这一次吗？这一次，这一次基本上，我基本上到目前为止，因为它还没有开放嘛，当然我们就没有做检测。礼拜一的时候，啊，卫福部跟农委会，你刚刚讲的两个主管机关，啊，他们的官员是讲，为什么他们这次建议要开放其中4个县的进来，啊，除了福岛以外，其他4个县进来，是他们是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在2015，就是去年做的检测数量，啊，根据这个他们日本自己的报告。证明日本产品辐射超标的只有不到0.1%，啊，所以他们建议除了福岛以外的4个县可以开放。我的质疑是，为什么他要进口到出口到我们台湾的人，我们要接受他自己提供的报告，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做检测吗？他的这个有核这个污染的这个疑虑的。蔬菜、农产品要进到台湾，难道台湾自己不需要检测吗？就看他们的报告。那我们每次台湾的食安，不是业者都说自己的食安都没问题吗？后来我们公正的第三人去检查，就有问题啊。我你知道我的意思，说我原能会怎么会没有角色嘞？我没说没有角色，我们有角色。我角色我特别强调一下，我们的角色是，如果开放了，那么开放的时候，基本上需要检测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相关检测的服务。需要你等于开放前、开放以后才来检测。我还是强调哈，因为我们不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开不开放？那我请问一下，好，我不是在骂你，我是觉得这整个政府失灵。要决定这个政策。我问你哈，我想你们当然是有，你们有一个检测辐射侦测中心嘛？是，这个应该是这一方面的专家。是，我们还有。那台湾除了你们以外，好，这两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农委会，他有没有自己检测的能力？
或者是卫福部的食药署有没有自己检测的能力？报告立委，基本上是没有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所以你们他们为什么不会找你们做技术资源？难道他们的政策就是说，只要你日本自己检测的报告说我没有问题，我就开放了，以后进来再有问题？我相信不是的，我相信不是的，啊，基本上如果开放，那么他们包含这个卫福部的食药署，他们基本上他们会根据的开放里面，他们会取样来。要求我们帮忙检测，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检测，就提供我们相关的一些。对，我知道你这个东西，我讲的是，你讲的是如果开放以后怎么样？我讲的是你要怎么决策要不要开放？你懂我意思？我的东西在前面。我了解，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这个，我特别强调，目的使管教，你说包含监督管制。都不是我们，我们只是提供相关的技术上面的检测的服务协助。对啊，你们有这个技术吗？我们都有核安，我们相信你的技术。那全台湾的，我非常谢谢。全台湾的机构也，我们不是目的是职业主管机关，我们也不是相关管制机构。我这一点针对的是你们有点太被动了。然后这个政府很奇怪，居然没有想到要请你们。在决定开放以前，自己来做一些检测，你不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吗？我想站在全民的立场，是的。所以我这张图就讲，根本这一次讲到日本这个核污染的农产品要进来，完全是看在贸易，完全是看在台日的关系，民众的安全健康。没以后有没有事再说，有事就是什么消费诉讼什么，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这个叫做先画，哎，不是先射箭再画靶，这就要仰赖这个大院立法委员你们监督嘛。好，我今天因为是，因为我还是强调我们的工作。如果说今天我们提供检测这一部分，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那我相信吴委员刚才所讲的，我都接受。所以我总结以上的这个东西，这个政府没有考虑到我们人民的食品健康的安全，只依照日本自己提出的检测的报告就决定了开放，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情。你们只能针对以后进口，以后真正输来的以后，目前是的啊，我觉得这个都已经是后面，前面的决策严重的倾斜啊。再来，昨天还有一个大事，就是川普当选啊。川普当选，他当然很多政策啊，很多政策，但是我想问你的就是，川普好像在变脸什么呢？我们关心是能源政策，他的态度很奇怪。他好像故意跟奥巴马唱反调，奥巴马在意绿能，他好像不太在乎，他也好像蛮支持核能的，然后他对那些比较高耗能的这些油啊天然气，他还鼓励他们尽量去开采，你会觉得这很奇怪，他是觉得他不会当选还是怎么样？还是你觉得他现在当选以后就真的会照这个做？报告。他还说，他还扬言要退出11月4号才生效的巴黎协定。是是是。他也不想减碳了。第一个，这奇怪了。第一个，本会基本上是针对的核安跟福安的相关的监督跟管制工作了啊。那刚才您提到这一块，我坦白讲，我不晓得我该怎么样作答。不过呢，如果您是一定要我回答的话，那当然我就非得要作答不可嘛。否则的话，好像跟我的业务跟相关这也无关。不过我特别强调一下，你刚上任的时候，你已经把自己的格局已经放超过核能而已哦。你记不记得？是。你觉得你要推动绿能哦，你要对台湾的这个整个能源政策要有很好的贡献哦，在你这一任期内。但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嘛，我的问题是川普变脸了，你觉得他是变真的变假的？我个人认为我不晓得啊，那听其言观其行。我只能这样讲，
在他的 campaign 当中的时候，在他竞选当中的时候，他说的言语，跟他昨天他的当选的感言里面，我相信各位都看得到他的这个改变，他的改变嘛，哈。对，所以他突然也变成谦卑、谦卑再谦卑了，你不觉得变得很快吗？那我现在也是很谦卑的，所以我在这边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我个人所了解的一个哈，我只能这么说了。整体的一个大环境啊，那他要回到这个 petroleum 的这一块，就石油经济这一部分。那我个人，我坦白讲，我不知道他将来会不会再变回来，又变回到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呢，我想现在整个一个大环境，一个大啊，特别你刚才提到巴黎协定这一块，那 CO2 的排放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嘛。那我想未来的一个发展，那我们不要管川普的，是我们的政策会不会受影响？刚刚的那一页，我不太懂，靠天气，我让你填空啊，靠天气，今天填空题不变，更支持绿能还是哦不，当然是不用，随美国改变，我们不会改变，不会改变，好，那我们看你具体的做法，我们怎么发展台湾绿能啊？我一直觉得我们都停留在目标。2025飞回家园，这目标非常好，但是我们一直担心你具体。不，这点我能不能让？你具体的到底能做？我上次问过你嘛？能不能让我讲？因为你刚才提到说，我们都是在。我先把这一页讲完，你给你，因为今天时间很多啊。对，20分钟嘛，对，我们在消耗这20分钟。好，这个是媒体讲的，我们的发展绿能啊，根本没有具体作为，靠三气，一个叫天气，第二个叫运气。第三个叫义气。所谓天气啊，本来我们今年秋天的那个快要撑不下去了，对不对？要跳电了，结果就在运气这么好，天气改变了，天气突然变凉了，让我们度过这个难关。这是天气啊，其实天气跟运气其实是很像。第二个运气是什么运气呢？看起来是备载容量不行了，还在试运转的发电机组就拿来正式运转了，结果出事了，看运气啊。第三个叫用义气，义气是什么呢？义气就是说一直喊口号，我要怎样，我要怎样怎样，具体的作为看不到。还有什么呢？地方跟中央是不协调。我们看到彰化的台化现在7电公升，你的核能选址，我跟你讲。你要走向绿能这一块啊，我觉得还有漫漫长路，啊，大家都在意气之争，啊，没有具体作为，然后地方也不同调，对不对？好，所有的这些7电公升的燃煤厂的时候，以后都被迫关掉，大家为了空气品质关掉，那你的能源马上失衡，你的核能的废料厂选址出现问题，卡住了。倒过来影响你的核能继续运作，对不对？没有错吧？我没有那么专业啊，但是我问你啊，这些东西你大家都还在意气用事啊的时候，你整体的发展绿能到底能不能达成？你的看法？好，谢谢。我想刚才吴委员所指教的，我坦白讲呢，我只能讲说指教的事了哈。那但是呢，新政府既然他揭示的就是飞核家园，那这个是他的施政主轴。那作为一个行政院下面所属的原则人委员会呢，坦白讲，我们当然就是遂行到底嘛。啊，那您刚才所讲的没有错，但是呢，你不做不知道，你非做不可嘛。过去这么多年，我相信吴委员比我更清楚啊。你在立法院，我施政主轴哈，这个我跟你讲，施政主轴哈。我做过县长啊，10次的施政报告，施政主轴，你就2025飞核家园，就几个字而已啊，这个是印刷字而已啊，没有 action plan， 没有 action plan 的那个永远就是施政主轴跟施政口号。你看我哪里没有呢？我们要如期除役不是吗？这不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相信各位也知道吗？上个礼拜，对，上个礼拜天怎么办？在沙仑，现在是核能在减少。对啊，那个在我们，我想各位都知道嘛，上个礼拜天这个沙仑的那个绿能科技城已经开始起始，就是开始发动启动了。那我一直要强调就是说，
整个目前的一些行一些的相关的规划呢，都按照预定的这个时程在走嘛。那您刚才所提到这些东西，当然这个是绝对会遇到的啊，当然。可是呢，我相信，新政府在包含我自己，我们在这相关努力之下呢，我们希望这些东西，刚才您所说的，你看一下都能够除了你核能这个部分以外，其实我们整个绿能，下一页啊。要达到非核家园，你核能现在占16%，再生能源只有4.2%。好，换句话说，你10年后核能零，这个16%的空档要用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把它补上，对不对？我的 action plan 不是只有除以，你除掉以后这边没有起来，大家就限电了嘛。不是吗？这个就是你原来不是你的核研所要做的事情吗？基本上我印象中核研所我在现场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好像已经要改成能源研究所，因为你不是只以核能为主。可是他是要基本上他要，到经济部去。所以，但是他是在你的辖下。这个我就不是那么的清楚，因为当时如果要用从谣传听说，我当初还想他本来还想到科技部去的，科技部，那感觉上他就是整个未来台湾的能源的发展的一个重心嘛，对不对？所以我请问你，10年后你有把握把这个核能的16%全部移到再生能源吗？我你能多产生16%的再生能源吗？我还是在这边讲，就是说我今天假使你不考虑我讲，我目前的工作呢，基本上就是针对的核安跟福安的监督跟管制。那你就职的时候就不要说那么大的大话了，好不好？我就职的时候没有说过那个大话，你要不要我就职前的时候说过，抱歉。抱歉啊，怪不得说你说就职后你也变得很谦卑了，对不对？不是。我想这个地方你给我一点时间澄清一下好吗？ Okay, 不用了，因为你有机会在好，我今天先质询你哈，因为你下面有核能研究所，核能研究所就是能源研究院，能源研究所你在，我记得那时候要变院级的，因为我看你的大小也不会输中科院嘛，啊，他做的事情比面积很大，倒是他做的事情比中科院还多，我知道啊，那都在我们桃园选区啊。是啊，就在隔壁啊，那个时候还有很多人要去关啊，说里面有什么爆啊，是不是？我们还去实际考察，对不对？是这样，如果你觉得现在这个又已经超出你原能会的原本的全能的话，那你要在你的内阁的会议里面，你要跟总统讲，你要跟院长讲。这个事情我要 action plan， 10年，你说按部就班做得到，我不是叫你厨艺做得到，你是这个补要补上去，十年还做不完，要25年以上。你要补上去嘛？是，要补上去的这个 action plan 是什么？现在你要说你要让我们知道按部就班就做得到，对不对？那这个 plan 在哪里？没有看到，好，也超出你的能力了。我可不可以讲话？虽然很久，我发现时间过得真快啊。好，不行啊，他没关系，我们那无言畅所欲言。好了，下一页好不好？好，这个绝对在你的全能里面吧？是，但是我发现这整个过程里面有一个问题。你们在选址，对不对？选址，其实你们以前已经选了，也公告了。101年，经济部就已经公告了，是金门的乌丘跟台东的达仁乡，对不对？然后依据相关这个选址的条例，公告以后30天内要办理地方性的公投。好，那。后来我知道你们也蛮为难的，因为结论是地方政府不愿意办，所以你们又督促经济部，你再跟地方政府沟通嘛，对不对？是，然后地方政府始终不愿意办，好，你们就叫经济部自己评估，那你经济部自己办办看嘛，
是不是？有没有？然后经济部评估的结果是，第一个，本部并非办理选举公投的专业机关啊，并不晓得怎么办公投。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我们本身就是因为台电的关系，啊，本身就是利害关系人，我们办的公投可能大家会质疑啊，所以结论就是地方政府不愿意办，他可能因为选票的关系，他怕变成我去办的话，人家会认为说你是比较偏向同意，所以你要想地方政府的首长的话，他的一定会这样做决定。然后呢，经济部现在又不愿意办，又不会办，又不想办，又不方便办，那你怎么样？怎么办？你就继续去，一直喊去催他，催他，催他，催催催催，催到原能会，你自己看着办吧。那也不是了。你看嘛，经过了五年以后，你为什么突然又开始又说要选址了呢？你是不是原来选址搞了五年该办公投的没办，办不出来就无疾而终？你现在又要去评估新的地方，有上次就问你无人岛啦、海底层啦、这些东西，对不对？又要去评估了。好，我现在的意思是，你这套机制不改变的话，你辛辛苦苦选出来的址公告以后又要办公投，是不是？又要办公投，我不知道无人岛怎么办公投，但是它总是属于某一线嘛，是不是？好，你又办公投，地方政府又不愿意办，经济部又不会办，是不是又轮回回来了？怎么办？我想在五二零，我特别强调一下，在五二零我上任以来到今天为止呢，我想委员应该很清楚，如果您关心这件事情的话，我们都有着相关的动作。当然您认为这个动作很可能还不是您所想象的，但是我们都有在动，都有在做，那关于这一部分哈，因为事前，试射呢更技术、更专业的部分呢，我想呢，我们物管局长站在这边站了很久了，好，所以说如果您不反对的话呢，我就请他，来做。我剩下一分钟了、okay, 好啊。报告委员，给你三十秒，我还在讲三十。是的，至少在五二零之后啊，能会在这方面呢，我们采取了两项这个管制的措施。第一个呢，就是对台电的选址的延宕啊，我们开罚1000万元，我们要强力督促台电呢，要更积极的作为。开罚台电啊。第二个呢，我们是要求台电呢，要启动这个应变方案，也就是推动集中式储存设施的这个计划。那这个计划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在九月底台电也送到经济部去。三十秒了，我们会督促台电了解努力。我来讲一下哈，诸位，我觉得原能会哈可以做很多事情，是，但是我觉得你们现在的功能，如果农产品也不能检验，这个也不能办，我觉得你干脆降再降一级好了。好，那我个人认为，也许这个公投的机制其实可以重新设计过。为什么呢？你要想为什么会办不下去？地方政府的确有选举压力，的确有选举压力。第二个，经济部的确会被质疑它的公正性，它自己是用电需求机关，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需要修改相关的条例的话，我觉得原能会应该担起这个责任，因为你是做核安的，是是是，我很客观的，我也是技术的权威者，是，因为办这个公投，你可能还要跟地方做沟通说明，是是啊，谁会相信你？是。经济部的，谁会相信地方的政府的搞政治的人？当然是你们最可信嘛，是不是？是。委员，我能不能讲一句？我能不能讲一句？看那个赵伟可不可以给时间。好，是。首先我谢谢委员刚才的今天整个咨询的指教啊，我们进行教育，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您刚才所讲的，你说变成把二级变成三级好了，坦白讲，你想想看，二级都做成这个样子，那当然要更 upgrade， 要到一级才是 OK。我特别强调一下，我特别强调一下，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哈 ，AEC 各国的 AEC 哈，坦白讲有很多是就是直属总统府的，而且是独立
而且是完完全全独立 independent。 OK， 所以在这地方呢，您刚才所谈到这个，坦白讲，你想想看，在这个情况之下我都没有办法能够发挥的，那你想想看呢，如果要到三级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上一次苏小慧苏委员在咨询的时候，你要变一级的话我支持，我没有说要变一级，我只说请你刚才提到说要把二级变成三级，你把所有核安的权威拿过来，还有把我们台湾未来整个能源的政策，谢谢，你能掌握的话我就给你一级。是，谢谢。我觉得今天这个质询的时间跟节奏比较符合国会议员应该要有的态度，哦，是吧？这样，哦，来，我们现在请柯志恩委员。对不起，昨天让你酒后，哦，所以你今天可以畅所欲言，哦。谢谢主席，我们请主委。哦，谢谢主委，请。委员好。主委好啊。刚刚我们招委大人这样帮我们时间开放到20分钟哦，我想我们在场很多委员都有那种感觉，就是教文里面所属的各部会当中哦，每一个部会我们都有办法讲到20分以上，就只有原能会，唉，原能会因为非常的专业，好，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就彼此辛苦一点了啊，没问题，来，是，来，我们谢主委，我们先来看一下，电业法目前吵的是沸沸扬扬嘛。那电业法其实呢有一项是跟我们原能会是有一些相关的，就是它的第94条，它这边特别提到的核能发电设备当中应该在中华民国114年以前全部停止运转，这没有错吧？是，只是呢这就有一件很吊诡的两个层面了，2025年本来就是我们所说的非核家园嘛，是，那电业法为什么基本上面如果说我们这个部分只要核子设施执照到期你不核发的话，它基本上就必须要停机，对不对？所以呢它干嘛在这个时候呢又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强加这一个，我们有两种质疑，一种可能是不是会担心这个原能会到时候因为一些时事的变迁可能不太信任，所以特别把你放进来，然后你认为这条有必要放在这个地方来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他特别提到了停止运转，停止运转跟我们所说的除役这两个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两个问题请主委你先回应一下。好，我想我所知道的话，针对第一点我所知道的不是的，我想主要是我的印象好像是在院会里面讨论这一块的时候呢，基本上我所了解的哈，是针对的什么，就是希望让社会大众了解，就是新政府他的确是有心 OK 啊，那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2025非核家园，好，这是要特别强调，也不是因为不信任原能会，不是民主，好，那停止运转其实不等于除役，他却用停止运转这四个字，是代表是说未来可能还有一些除役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到吗？因为2025非核家园当初的意思就是2025核三厂也停机了，基本上所以他表示可能对于所谓的除役基本上还需要有一段时间，因为除役有一个时辰，是，这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来问的。好，没有问题，我们看下一页啊。2025年它是一个非核家园，可是我们看一下啊，你看你106年度的预算当中，在核物废料、开小产源废弃物安全管制，我们简称肥核。核废料的这个安全管制的工作上面，你今年编了279万，我们再来看看过去5年当中啊，平均每一年编的大概是从200万到300万，也就是说过去当中我们花了5年中我们超过了1000万来做这个核废料的这个安全管理，这个没有错吧？我们就要问这些钱到底是花在什么地方，我们先一一来检视啊。你看吗，我们目前为止呢，这个一厂的这个干式储存，也就是一期的干储，目前遭遇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送件呢新北市9次都被退回来，因为环评的关系。那我们这个二期的干储呢，目前为止请台电做有关室内的干储，目前好像是在十二月的时候他会送出报告来。我想只是说这说再显示我们现在目前干储的这个计划是受到一些的挑战的，更不要说我们现在最后的处置厂，目前为止呢，因为很多地方政府不可否认的，他常常在排拒，不愿办公投，所以我也知道了，刚刚这个也特别提到了，我们还提到了替代方案，就是呢，我们有一个所谓的其中，这叫什么？
集中式的中期储存，没有错，我刚听到没有错吧？集中式的中期储存，好了，这个比较吊诡的问题就来了。我们认为，如果在这个最终储存方案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共识的话，我们势必就会在2029年启动了替代方案的选址，然后呢，2038年完成环境的评估，2044年才会开始新建使用。哎，这跟我们所预期的中心是有差一段的。2025年是飞核家园之后呢，照整个方案弄过来之后，到2044年的时候，我们可能还可能只用集中式的其中的储存哦，最终的放在什么地方可能都还未知哦，是这样子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过去我们已经花了千万以上，这都在做什么？这些钱是花到哪里去了？我想这一块，因为委员问的基本上是非常的细啊，而且非常的。因为我有20分啊，我本来想跳过的啊，所以我把所有的知识全部放过来了，你知道吗？管局，我的知识应该还不应该是正确的吧？没错吧？对不对？所以我都在好。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每年编列200-300万元用来做这个小产能放射性废弃物的管理，包括用过核燃料的安全管理啊。我们认为这个钱是很少的，因为现在以这个用过核燃料来讲的话，国内核一厂有干式储存的计划。不好意思，我还是要强调，你们这些的维护费我还去查过，都是台电在付啊。这些每一年编200-300万，都是些审查、考察等等之类的。对于我们民众最关切的，最后的放置的地方或是整个安全都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维护都还是台电在编预算的。是每年200多万元的这个经费，五年千万元，是只要都是在做这个安全审查还有检查的工作。我就跟委员报告一下哈，这个干式储存的安全分析报告，从它的这个设计跟它的制造还有它的安装试运转，我们都要做安全的审查跟监督。所以你这些纯粹是安全的审查，但是审查到最后，我们今天才会知道，到了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都还没有办法确定，所以可能到2044年，这些所谓每一年300万都要继续花费下去。过去五年已经花了1000多万，还没有一个成果。到2044年有可能，因为目前为止没有人愿意来办这样的地方的公投性的这个部分，所以呢，可能我预估到2044年的时候，可能还是用你的替代性方案。所以我们这个钱一直编列下去的话，都一直要持续这样下去嘛，所以这个钱就这样。虽然你说不够，但是如果照这个时程的话，那这个不是只有千万这个数字可以讲的，超过亿了。那个安全监督的工作啊，绝对是不能马虎的。所以你就必须要立即做一个公投性的一个方式嘛，否则大家都不愿意来承担这个责任。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前不久我们才又派了这个4-5个同仁，然后会同美国核管会的专家学者，我们到高雄的近点公司去做现场的检查。没关系，我可以速度可以快一点。我们为什么要去检查呢？因为近鼎公司现在正在制造核热厂干式储存的金属互相就是金属桶，制造过程的这个品质啊，我们一定要去监督的。我只是在说，你们就这样一直持续，一直持续到2044年，然后用一个集中式的方法来处理。我只是希望这个流程可以更快一点。我没有说这个钱是怎么样，我也同意安全是非常的重要的。我只是强调这样的一个流程下去，最后没有一个最终储存厂，是一个其中的储存。损失方式，这不符合全民的一个期望嘛？所以这个中间应该可以再缩短，应该可以再更快速一点。是的，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哈，用过燃料的这个储存哈，在近中长程都有策略的。近程就是厂内的燃料池的储存，中程呢是干式储存，然后再加上呢集中式储存的干式储存。那选址的部分呢，那是属于最终处置，所以在管理策略上面是近中远程都有。但当然我们非常赞成的那个委员刚才所提到的，能够加快速度来做哈。那的确呢，台电公司现在也有加快速度的意识。您这里所提到的2029。启动集中式储存了，其实台电在现在的这个废弃物的集中储存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他已经提前把这个东西规划在里面。好，我现在只要追踪这个效率，否则这个钱继续花下去，我知道安全，可是这不断的这种钱耗费下去，也是我们的纳税钱，这是我一定要强调的。再下来，我们现在还要特别提到第二个，也是有关于钱到底花到什么地方去的。我们像核废三法当中有没有？核废三法当中呢？
大概主委都可以背得出来了，我们不要特别去讲。其实呢，我也肯定说你要来修法，可这个法呢，其实花了一段时间来去做拟定，而且每次送到我们这边来，都没有人去排案来做一个讨论，都没有排案来做讨论，所以这些法案到目前为止呢，其实都还是搁置的。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好了，就是以放射性物料管理法来说，这个例子呢，至少十年前开始呢，就已经开始编预算，要来做由严领修法，到现在都投注了，还是一样几千万下去了。可是目前我们的法规修法还是停留在民国91年当中，所以呢，你喊着2025是非核家园，但是相关的法已经修了十年了，目前都没有进到立法院的审查。我还是要问，这些钱都是花到哪里去了？我想啊，关于这个详细细节的部分呢，我可能还是要请物料管理局邱局长来回复。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我的重点要强调一件事情，包含刚才委员所提到的，跟这个咨询这个邱局长所谈的，我在这边特别强调一下，是的，这些东西都在前朝里面都在做的，可是到今天为止呢，我们真正是开始在动。那动你是说前朝都没在做，从我没有这么说，我没有这么说哈，我没有这么说，因为非核家园是新政府的它的施政主轴，那一定要做的，一定要是到位的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些相关的配套的这些相关措施，那一定要做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至于前朝我不管，我接任我只管我现在的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现在目前在动，而且我特别强调一下，刚才您所提到的，几百万啊。每年编列几百万的相关的费用哈，那坦白讲，那是非花不可。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做厨艺，要做核废，那是一定要做的。那同时，我要特别强调一下，没有错。现在目前呢，在我面前呢是有一些阻碍，可是至少呢，我接上来以后呢，基本上呢，关于公众的平台呢，我们已经展开，而且呢，我现在发现慢慢的社会大众也凝聚共识，这点我特别承认。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了，我们请局长来，我还是要问一下我那个说法，每年花了我1000多万，这样一路下来花的话，那个法规还是停留在91年，我还是要来追问这个钱到底花到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是问得很好，但是我要跟委员报告一下哈，这个放射性物料管理哈，它是一个法规，是一个汇编。它有20-30项以上的这个法规，不是只有放射性物料管理法这个法律。我知道啊，是啊，是啊，但是还是一样。所以法律底下有很多的这个办法，有很多的规范，有很多的准则等等。以现在来讲，我们目前还在修订三个这个法案的。对嘛？所以我就说，你为什么这个花了千万里面，这个法还停留在91年？我只要问，告诉我一个答案就好。我剩下8分多钟，我却发现这时间很好过的，赶快。我还有好多问题哦，好多问题还没有问完哎。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啦，大家现在都很关心这个甘肃主人金丝桶放在这个海边，那会不会有锈蚀的问题？是，那我们就要定一个维护的准则。我问修法，你不要跟我讲技术问题。修法为什么到现在为止？但是修法的过程里面哈，一定要事先要去研究、去了解。十年了哎。不是啊。跟委员报告一下哈，这个法规是不断的演进的。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在5年前，也许在厨艺的管理规范里面是没有的，但是这5年来，我们的厨艺的技师导则、安全的审查规范，那是一个一个都要出来的。以现在您刚才所提到的集中式组成的厂址的规范，我们也是经过了研究才定出来的。我要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法规一定是走在问题的前面的。我了解啊，法规都要去研究才能定得出来。但是我还是要指出来，你这么久以来都还是放在这个地方，立法院也都还没有在对你这个核废三法这个部分里面做出每一项修法上的认定嘛？那这个部分里面到底是啊，这个责任在什么地方？我只看到你们这样常年下来花了这么多时间，而且呢，很多时候呢都还告诉我说，因为你们要等把这个原能会的这个改组之后呢，组改完之后变成部分里面再来，免得这个法规之后又要重新过来。那我还是要强调，这个主委，你不想让它变成三级机关的话，那你看你现在这个组改部分里面。你有跟行政院长提出来你的想法吗？因为你目前为止整个的组织又要开始做一些的变革，你不想变成三级长变成一级的话，那我想不管在效率部分还有在你所涵盖的部分，包括我刚刚本来也很想问辅导这个食品的部分，当然你的原能会是全国最高的这个有关于核能方面最高的一个部分，是是你如果能够担得起这个责任，能够让你这个原能会，我们的专业应该是让你这个原能会能够让跟人民之间有感，这个民生问题有感的话，当你建立这样的
的权威的时候，你要变成一级，你要变什么级？当然大力的支持啊，因为我们就很需要这种专业的组织，能够讲出一个很专业的一句话。所以说你就必须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嘛，包括我刚刚说的效率的问题。愿意的原能会，包括我自己，因为它里面牵涉到很多的 term terminology， 不是大部分的人可以去理解的，所以你们就被束之高阁。当我们一一来审视的时候，发现因为我们不理解，可是很多的法规应该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呢，一一来解释才发现，它的确在时效上面不是像你们所提到的。我尊重专业，但这个时效上面的确跟过去的整个系统表起来太慢了。您的指教我都听进去了。是啊，你都听进去了，所以请你做出一些部分，尽量跟民生的这个部分。好，最后我还是要问一个有关于这个厨艺的问题，因为呢，你刚刚特别提到的，如果说干式储存，如果说厨艺的问题不解决的话，其他一切都是在打假球嘛。那目前为止出现到非常多的问题，那我们来看看目前我们的厨艺的方式。好，我们现在的厨艺的方式里面呢，因为你会发现厨艺工作，如果你这个停机不把这个厨艺特别把它做一个完整的话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目前我非常谢谢袁能会，我上次提出来的立即拆除或是延迟拆除，袁能会很有系统的在两个礼拜之内就送出了报告。但是我还是要针对这个部分来就教一下，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其实你立即拆除的话，其实它所产生的这个放射、这个辐射线的部分，对于我们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其实影响是最大的。这是安全的一个理由，对不对？那我们可以做一个下面一个图的一个做一个比较。你看，我为了避免不要有一些政治名词引起恐慌，我特别把英文字体弄出来，因为呢，如果说你真的是要用中文字来翻译的话，我们都把它翻成立即拆除，过来是延后二十五年拆除跟60年拆除嘛，对不对？那25年拆除，这就是政治语言，大家一听就会觉得很可怕。但是呢，这25年也不过就是告诉你，就是放在原来的地方，不要去动它，然后呢等25年之后，等到整个的放射性等个部分全部把它降低完之后，可能就会比较好。但是我们尽量不用这个名词，我们把专业名词把它放进来。但是主委还有相关单位，你来看一下这个部分里面，你会发现立即拆除它其实对于第一线工作人员他的身体的安全其实是影响最大的，影响最大的。那这个部分呢，你们是否还要再开放一个空间做更好的一个评估呢？虽然你们给我们写的这个报告，可是报告里面你其实也点出非常多立即拆除的一个安全上面的一个问题哦，是否还要再做重新来去做考量？我只是考量到，你看我们看下面这张刚刚那张图形好不好，你看嘛，职业这个所谓的辐射的暴露度，其实你会发现25年的拆除的部分里面，其实会比较安全一点。是的。然后呢，民众的这个部分里面，对不对？是是。所以我这个部分是否在做考量的时候，可以再做深思的考量？我想，因为这部分还是牵扯到我们，因为而且您也刚刚讲，你看刚才你讲说我们的动作不够快嘛，核废三法这个在这个立院里面摆着，那基本上同样这个道理，那基本上呢，我们都已经有规划好了，那现在目前还在，所以说这个东西往往就会有一种滚动式的要检讨嘛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还是有关比较技术层面的，还是比较细目的，我还是请邱局长回答。那不用了，邱局长可以的，我只告诉你，你已经给我很好的报告了。我说这个部分呢再去考量，因为你这个东西你们也看到各有优劣点。是的。但是呢，我是只是从这个角度里面来去看它有关于第一线人员的这个辐射的这个安全度，请你务必要去做考量。好吧，我只剩下两三分钟而已，哇，时间还真是快。好，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急动，就是有关于你们的出国的费用当中。我记得好像周一立法院的时候，我们这个内政委员会特别邀请的张小院主委，还有海基会的董事长，还有包括我们原能会的副主委，是不是也参与了这样像一个讨论呢？是不是副主委来了吗？陆委会上没有去，哦，那是另外一位，那是做的，不是。好，没有问题。我现在只要问他说，原能会跟大陆的考察的部分，因为你们在预算当中编列的不少，我只是比较好奇的一点啊，你们竟然在这个所谓的紧急事故当中有没有，竟然也编了这个考察的费用？虽然钱不是太多，只是这个钱我们要严格的监督嘛，放在这个品项上面，你可以不要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竟然还会偏这个东西，是怎样？他们事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立刻派员过去，还是如何？而且呢，这里面还牵涉到我们其实跟大陆里面都有一些互访的部分。是，一年来我们过来，一年我们过去。那据说主委，你今年要去的时候，你是被拒绝的，是不是？不是被拒绝，就是你这个，我想双边会议这一块，基本上5年以后就是暂时停止。不过呢，有关这个紧急通报的，因为就是例行性的通报，3个月一次的，我们还是有在走。OK。对 啊，所以你今年没有被拒绝过去吗？因为这样一年轮换过来，今年应该是你过去吗？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就是被拒绝，你都不知道。我基本不是，我怎么过去呢？我受管制啊，我怎么能过去呢？不是，你做这个研讨的部分里面，难道不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吗？那基本上还是有。还是有吗？所以今年我们还有派的，对我们今年还有派代表过去吗？我所了解的，可能我们的情况哈，我所知道就是，因为没哎，后面来后面可以直接回应，不要免得让主委在前面讲了，跟你所讲的都不一样了。我看你摇头了。不会，我讲的是跟他一致的。哦，你跟他一致，好，那请说。不过我特别强调一下，那您既然说要请那个我们合计处处长来讲，那我就请合计处长。哦，我没有问题啊，我知道你们两个讲的是一致的就好了，我知道你们讲的是一致的就好了。好，来，请说，谁讲都可以。对，因为两岸方面的合作，一年我们去一年。他们来，那今年确实，原来我们要去，可是因为陆方就推迟了，有意见嘛，对不对？所以主委是这样子啊。不过这个去参加的其实不是主委，好，没关系，就是陆方不愿意我们。主委层级的，好，不用说层级，说陆方今年拒绝我们过去嘛。不是民间的，他们清华大学教授还是哦，对，正式官方的是没有，可是有透过那个民间的那个哦，所以正式官方没有去，民间还有在去，所以我们就照台面下来走就对了。对，所以民间的就是有去，那我们的人会加入民间那个团体去。所以说官方的名称是不能用原能会，但是私下呢？所以说我才刚讲说，是520以后，我刚第一时间就讲520以后双边的会议我们是没有，但是呢？民间的，上一次你也咨询过我嘛？我说民间的我们还是在走、嗯、，OK。那是甚至每一季的这个通报呢，我们还是相互还是有。所以编列这样的预算还是有其必要的。当然是有。对，那你就要大胆的去说嘛，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两岸都已经是完全是停顿的状况之下。因为这个问题，然后呢，原来就是只是官方的名称没有弄，其实同样都是我们的人，只是我们人加入民间。是的。这个是，哇，好吧，各位，这个真的蛮吊诡的，对不对？这一点都不吊诡，为什么？因为。核能安全你就是不能打着官方的名号嘛，然后呢，其实你还在做实质的问题嘛，这点我乐观其成了，我只是觉得有点悲哀了。过去呢，我们原能会这么棒的一个学术专业的组织，现在就不能打着中华民国原能会这样专业组织，过去只能用私下的管道来这样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两岸问题发生到现在的结果之下所产生的嘛。我刚只反映出这样的一个悲哀的状况是这样子嘛，我乐观其成啊，因为实质的东西还是很重要啊，是实质的东西还是非常的重要嘛。所以好了，你这样解释吧，但是你只要跟我解释这个问题，我解决，只要跟我解释为什么在紧急的时候你还要编列这样预算。这个屏幕很怪。其实在事前的防灾比事后的应变来的重要，当然，所以这个经费编的是在为了平时准备要做好，所以要了解世界各国甚至大陆地区怎么做他的防灾准备的工作，所以事前当然就需要这些。那就把名字稍微改一下，否则你看这名字真的还蛮耸动的。看起来你看，核子应变的紧急应变，你感觉起来是 好吧？我们稍微做一些变化，预防好不好？类似像这种的，不是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我没有什么建议啊，现在我现在只在跟你耗时间而已了，好不好？我。讲的实在是，你不觉得我们今天讲话讲的彼此都可以充分沟通我们的想法吗？很好啊，这是很好的。哇塞，是，这样是很好，是不是？是，对啊，所以说为了今天，啊、您可以畅所欲言，那我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那我都讲的都是很实在。我还是特别强调，我刚刚来做一个总结，好不好？我们肯定原能会从你上任完之后做了很多东西，就诚如我刚刚所提到，原能会是一个专业的组织，你不像是我们其他的各部会，你可以发现你的专业跟我们的民生的议题互相结合在一起。但是我还是强调，因为过去来说呢，你们有很大一半是到台电，所以你们是台电的监督单位，所以当台电不能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或是犯了一些错的时候，你们只能用赔款的方法来做这样的处理。可是我个人认为原能会应该可以更发挥更大的一个效果，而不是只是给口头上给他告诫，然后给他这个罚款这个部分。你如果要从这个二级不想在主管的过程当中被边缘化，甚至可以让大家在恐慌，像川普当选以外，搞不好是一种转机的部分里面，你可以利用这么多的灾变当中，让自己变成提升到一个更被看到的一个角度，是或许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转机，是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我要跟下面的委员说，20分一点都不困难。还可以继续讲。好，这个我们在张廖万间委员执行完之后，我们休息20分钟，让议事人员好好休息一下哈。平常太辛苦了。好，张廖万委员。我一半时间。可以先讲完再说。先讲。不用，主席决定，主席决定。好，谢谢哦，主席哈。好，请那个畅所欲言，请那个谢主委哈。好，我不用那么久了，没关系。主委说很好啊，哎，你们对主委比较好，对我们委员的权力比较不好。委员好，好，委员好，主委好。我想今天当然
这个我们来做这个原能会2016年度的预算的询答，其中啊、有一笔7880万哈、哦、的这个核设施的安全管制工作哈、哦，那主要是针对运转中的核电厂专案大修视察异常事件查证安全查证这笔预算哈、哦，我想要跟主委探讨一下。当然这里有些发生的一些违规事件哈、哦，并不是您任内的哈、哦。不过我想行政一体连续哈、哦，还是必须去了解。我从这里来，我跟我们原委会调的资料是从2011年到现在，我们看那个网站的资料，还有6件没有结案的违规案件，其中还有一件是属于3级的违规事件，那是合适的。对，那么2011年的案件，那是等那个违规等级的这个，你又说是虽然违规等级与后果的严重性无直接相关，但是现在还有6件啊违规的事件都还没有结案，我想要问一下。主委哈，你上任之后对这几件一直都没有结案的案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台电对原能会的监督的这个角色不看在眼里，还是说对于这些应该要对这个核安管制的 SOP 他也不在乎？到底是怎么样？否则为什么拖到现在这6件都还没有结案呢？来，我们看一下资料。好，最远101年是核四，核四现在当然是政策上已经封存了哈。那个是三级。2012年哦，2012年五级的还有2件，是。2013年五级的还有1件，那么2015年就今年，当然今年还有2件，它还没有结案，我可以理解，它可能正在改善。可是呢，这2件以外还有核四的也不要讲，但看2012年到2013年这3件，为什么到现在有的2年了，有的3年了，到现在都还没结案？好，我想请那个核管处来，你们到底有没有在追踪啊？报告委员，我们一定要追踪，那是我们非常重视的。那你们就追踪到现在？那核四的部分，因为它封存，这3件不要讲了，这2件正在改善，我都去调资料了。对，那针对核一。2012年的2件跟2013年的1件，为什么到现在过了2年，过了3年，到现在还挂在那里，还挂在网站上？2012年它是核一厂的一个违规，那这部分的话，它本来是要等到机组再起来的时候要执行测试，可是这部机一直没有能够起来，所以我们也不会同意它结案，除非它起来测试完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违规就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处理结束。其他2件，那另外2件的话，其实他们这个针对这个相关。的违规，他们每一季都有报进度，在正在进行改善当中，所以我们持续都有在追踪他们。来，我调的资料哈，里面有一个，台电公司针对核能1、2、3厂紧急应变计划区内民众防护措施分析及规划检讨修正报告之审查评估报告后续管制要求事项，位于要求期限内完成。这是属于合计的，这是一个报告哎、欸，报告的修正，对，要那么久吗？对，其实它后续我们有后续有15项的管制追踪案，它陆陆续续大概已经结案了，15项里面大概有12项结案了，那还有3项我们一直在管制，它里面包括譬如它要做一些这个紧急应变跟民众相关的一些时间的计算，或者是警报站涵盖率的这些。你们在这一件在3年前啊。就提出了，他现在有16项小项，这个会很困难，要拖3年吗？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可是他因为完成之后，我们希望他做得更细腻一点。譬如他，假如他警报涵盖率不足的地方，他们这件快3年了，我讲这件就好了。这件他们提出来，你们跟他，就是说他提出来跟你们审查过几次？对，他每一季都要报，每一季都报。对，所以他已经报了10次了。对，所以16项。规定他才改善了12项、13项，对他有几项，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同意他的改善最后的结果，他最后的东西我们不太满意，还需要他再修正。你们的处理情形是说台电办理缺失改善中，尚未提出结案申请？对他提出结案申请，我们没有同意。我想哦，这个你们到底跟台电之间的这种监督角色，我觉得哈、哦。主委，你上任之后，我希望这都是5级的案件了，那你挂在上面，那一直都没有解决，这有2个状况嘛，台电不把原能会看在眼里嘛，还有一个就是你原能会不积极嘛。主委，你要不要回应一下？好，回应。
你的板板该谁？没得加你。如果万一现在发生状况呢？我想我了解，我想这个我们改进。好，我特别强调，这个我们改进。我希望能够改进，因为我们审查预算的时候还是会再问。是是。哦，这些违规的案件，如果说哈、哦，这种小代志啦，这板跟板板来得好啊。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不照 SOP 走，违规他慢慢改。我如果今天老实讲，我们在讲福岛，日本的福岛，你怎么知道它海啸会发生？是。那你的紧急应变措施都到现在都还没有修正，还没有改善，那怎么样去教导人民去做这个应变？是。好，我希望这个在我们将来审查预算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提出更积极的一个回应哈。是的。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就要讲到福岛，最礼拜一。卫福部，我们卫环委员会在提到这个所谓这个日本啊福岛事件之后，我们对日本食品的管制。刚才吴志祥委员在问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主委很奇怪，因为我也是准备要问你这个东西啊。他说怎么我们可以只是依据日本的检测哈？日本的检测结果哈，来我们看一下日本厚生省，来下一页，下一页，哎，他们一共检测了101年25万件，98.85%。通过率一直到104年的33万件，99.88%，大概日本他们会以这样子的一个数据来对我们讲说，我们对他们的管制过严。那日本包括韩国、加拿大、美国都没有这么严格。那我们其实面对不是吴委员讲的这样了，说我们跟他比较好，所以就被他压力，是我们的管制非常严格。其实我们管制非常严格。那严格到如果日本提出这个数据，他们我们现在是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他们如果去提告的话，我们可能会受到，所以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他还问你说，我们怎么可以只相信日本的厚生省的数据，我们自己都没有检测报告？我要问一下主委，我们没有吗？我们这5年半对于日本进口的食品，包括我们有测、啊、有测，你为什么不讲呢？我当时是针对的他要开放的这一块，看上一页、啊、我稍微澄清一下，这就是你们做的嘛。我刚才要澄清就是说，我们是针对的他开放，要准打算开放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是呢，过去我们当然是有做的，来，否则怎么会开放进口呢？看我就是要跟你探讨这个。你看我们做的100年的时候发生之后，我们3月份就做了。好，开始我们100年3月到12月，卫福部食药管理署送了17401件，农委会渔业署也送了146件，我们的合格率啊，我们的标准是1公斤50克贝，对不对？大概是50到100。1公斤100。好，贝克。我们贝克这个贝克，它的那个单位计算，我们都还是高于那个标准的。是的。也就是我们用比较严格的标准，还是都是合格哎。到101年、102、103、104、105啊，我们一共检测了94000件，都是合格，好、哦，都是合格。那个我要问主委哈、哦，是真的100%合格吗？是的，还是有暗卡？没有，我们提供的数据是100%，就是100%，不可能有啊，不可能有你所说的。好，是的。那我再看日本的来，其实我们是94000件，日本他们平均每年大概都是25万件到33万件。哦，以这样他们都还会有1.多%，虽然后来越来越少，他们都还有检测出这个超标的。好、哦，我不是怀疑你们的检测的公信力了哈、哦，就说我们都100%，那你能不能回答我为什么？我们都是100%都合格。其实我们卫福部给我们的资料里面，礼拜一那个资料我看了、啊，其实我们还有检测出200多件，可是那个都是卫福，都还在合格标准之下。所以你们的100%合格，我大概可以理解这个数据。你们的94000件都是合格的啊。那为什么日本他们检测出来还是会有？好，这个我想请那个我们副方处黄处长回答。来，你来回答一下。是因为日本它是事故的地方嘛，它检测虽然有这么多，所以它当然还是有微量的。那我到台湾来，它是已经检查过的，我们再抽检。好了，我来回答你好了啦。其实因为他们检测出来，发现后来超标都是福岛的，是就是当地发生的了。是那因为我们的管制是福岛完全禁止，对，我们只有福岛是完全都禁止哦。是的，那其他那4个县是采取双证件嘛？对，双证明，产地证明，
福安证明，他们本地的这个福安证明，辐射安全量哦超过那个证明哦，是，所以其实这个还是层层关卡在保障，对对对，保障哈，在保障哈，是，谢谢。那现在我就是要问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现在卫福部说，如果我们面临到这个压力，那我们在做原委会在这件事情的角色上，我们提供的数据这样，你可以保证说，假设我们现在要还是辅导的部分，还根据日本当地的资料，还是会有超标的情况，我们不让他进来。那其他的四个县市，我们还是要管制，还是要考虑开放，开放，因为现在目前都是100%没有问题。那你可以告诉我，现在问你说，这个数据100%是真的安全吗？是真的安全，是真的安全，是真的安全。所以你们基于这个管这个检测单位，你们给的给卫福部的也是认为说，按照这101年，100年，这几年9.4万件，我们所抽查的结果，事实上，因为福岛没有进来，其他那个四个县有来的，有附证件的，或者说其他日本的食品啊，这五个县市以外的那些食品都没有问题。是，那如果我们福岛还是禁止他进口其他那四县市的这个食品或水产品，真的都没有问题吗？那就是显示的这样子啊，我们尽可能的检查，那他都符合这个规定，这个规定已经是现在全世界最严格的规定了，我们所能做的就这样子了。我那个我好，那个我问一下主委哈。我想我们的我针对刚才呢委员所问的，我还是强调一下，我们只负责提供相关检测的协助，那目前我们所检测出来的状况，刚才你也秀的，因为你们也有去啊，你们在，其实我知道你们在八月21号到29号，你们也有跟卫福部农委会一起去做实地勘察，看日本他们对福岛事件之后，他们对食品水产品等等这些作物的一些啊，包括蔬菜，他们的整个管制的系统，重点是放在日本的辐射检测的实验室，跟核电厂周围，是，那他你觉得他们的管制的条件，他们管制的体系，跟我们这边几乎是一致的，采取的标准是有一样吗？是的，而且他们基本上。相较于国际比较起来的话，我们还是趋向于比较严的啊严的，所以我们是在很严格把关的情况下，要考虑到我们跟人家签的贸易协定的压力吗？还是说我们还没被人家举报，我们就已经急着要开放啊？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想哦，这个牵涉到大家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种我想大家对辐射安全都有很深的疑虑啦。是，因为他这个。包括我们管制的这种啊辐射的这个污染啊，它的那个半衰期非常长，高达30年了、啊。是、哦，所以这个它会流动啊，不是像我们想的这么说，只有在那个地方它会流动，而且会透过那个它是游离辐射，会进入到尤其是那个水产品，所以大家的疑虑都没有解除的状况下，我觉得你们应该作为这个啊辐射安全的一个管制单位，我觉得你们应该好好的去谈这个问题，要怎么样子建立那个安全。这个措施、安全制度、安全网、哦、然后才去考虑到，一定是健康考虑在前面、哦、我想这个是一定的，这个立场一定要站稳、哦、是，我想因为今天是慢慢问、哦、还是可以把它问完。不过因为还有后面还有很多委员、哦、要质询、哦、所以我只是要求、哦、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这个核能、哦、辐射安全的一个管制、哦、我们在过去的。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还有6件挂在那里没有解决的，是是是，哦，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谨慎啊，哈、哦。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有关日本福岛食品、啊、我们在强非常高标准的严格管制下，我们把数据拿出来，我们可以做一个理性的讨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下，在保障健康是更严的状况下，我们去考虑到。双边贸易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理性的态度了。好，我想我们应该要去做这个探讨啊，你们应该提出更专业的数据，来说服国人可以接受。是，我想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哈。好，谢谢。好，谢谢。跟委员报告，虽然张廖委员这个提前质询结束了，但是因为每个委员都按照他的那个质询时间在排他后面的行程，所以他5分20秒，我们还是要继续走完，走完以后再休息20分钟，好不好？谢谢大家，好。
大家可以休息了，没关系，就是要休息了，不好意思再说，不要那么紧张啊，休息那么久还不喜欢，不习惯，现在休息二十分钟。我跟你讲，刚才是讲的，我刚才还有什么意思？我问你自己。
签的时候，也是你提的很问题的，我不能讲太多，就他们要求我就等于选了一个，我讲了一些内容，就有地方的，从我的外界的法院的一些很多问题，都变成了没有问题的，我个人。所以我现在我已经接了这场，我会有错误，所以针对那些东西，我真的针对那些东西，我因为现在整体的，因为过度过度的用词，是这个又开始比较过度。对对对，我告诉朋友，我们写作，我们。
没有人才没有人才Thank you.
对，我知道，有可能，有可能后。
后生手的那个资料问题那边有，所以说那些不合我相我相信他们有，那些还有一些啊99.88还有0.12，0.12我给他算出来还有几百件，那几百件里面到底是不是那种限制？你这个资料都分不出来，我都是。我看那个报告，但是我们都是舞蹈的，会务部的讲好说都是舞蹈的，就是你有没有那四千字，你要我们没有，关键就在这里。如果那四千字也没有，那我们有什么好谈？就这个数据你怎么去看？那如果说还有，那你要叫日本我说没有。我知道是会务部那边的，可是我就觉得说以专家学者来讲。你们是和安的管制来讲，如果那种县市都还有这污染事件，我们和安的和安的管制是没有的，对，和安的管制，是我做的，对，对的，你们是接受委托了，对，我们是接受委托，因为他没有能力，他没有能力，或者他有意识，对。我一说你们其实有检测，可是你们还是针对那五千字以外的。那现在的争议，礼拜一的争议是说，我们给他管制那五千字，有点管制太范围太大了，是不是要缩短？我这个强调说，我们现在有检测，我们现在有检测，锁定那五千字以外的原因，因为这五千字是禁止的，以外的，我们可以检测到的原因，对，它还是有，对，我们全球都是。可是针对了这个主导的收到的都现在都不是没有，只有一个情况下稍微派了两位去了那位，他们根本在那个情况下才能收件，对对对。然后最重要除了这一块，还有这些实验室来说，就是分点他的 debris， 对不对？他的校正，他的所以说他的空气，对对对，他是不是有二氧化碳？他的实验室也是相近的。现在问题就是说，他们检测出来的资料里面还是有一些数据不好，都还有小数据。那说这个资料是不是一直在辅导周遭的县市，包括那个县市？就是那个数据，真的不能。我觉得那个数据是我们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东西，不能随便。我想跟立法委讲话，我讲这个是公道，就是说你要说服民众说，我们如果跟他谈判的底线。有些人他们主管做到这件事都没有，他们国内自己检测都没有，那我们只能进行培养，或者说是针对特定种类。他们有基本限制，基本都是事先宣告。我们现在，我们也就对，我们现在他们不能进来。对啊，特定地区、特定城市有做防震、防震。所以我说你们这是虚到的，所以那个资料是放仪器，所以你们后生省的资料是在卫福部那些。对对，我们俩，我们两个，那你们技术人员就收集到你的资料，因为后生省公布的资料是一个概述，就是一个全文书。他没有一个分析，所以那五件事，我们台湾建筑建设那五件事，真的假的？我还是在问，因为这个问题，所以说刚才你说的要，就是为什么没有把这资料交给他？我不完全不晓得，真的不晓得。我们就是检测，测完把数据都给他。他只是想的，可是你们去那里那个检测的资料，我们是去勘察。你要问他，但是他们去勘察。队长是我。有很多他全部都继续报告，他说我下来之后他会，我跟周总他继续再报告。
在不来解释吗？我来等你很久了。我没有，我有要解释吗？我心是很慈悲的啦，我会跟各位讲啦，这个我希望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维持非常好的和谐，因为大家都是为大是大非，我一直强调这个事情哦。那昨天就算是误会一场，但是我们后面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观察嘛，好不好？不然我本来是想要把民进党的党职干部请出去了。我跟各位讲，议事规则都查好了，除了出席列席人以外，其他要主席同意才能进来，我就准备把他请出去了，因为他准备破坏议事和谐，好不好？那我就好，那我们就继续答询。那刚刚民党委员也希望说时间能够说短一点哦，因为下午还有其他的议程。那我先这边做个宣布，我们今天询答就到12点结束。那我们没有询答完的，我们就另择期再来询答，好不好？哦，那下午还是1:30恢复审这个教育的预算，好不好？那我们现在改成8+2嘛，哦，你们愿意自愿？刚说讲得很好哎，20+2很好哎。好，不希望吗？好吧，那我们就列席委员。好，列席委员就6分钟就好了，好不好？哦，那我们就恢复8+2，好不好？那如果有损失到的委员，那就下次再排20+2。好，我们现在请苏小慧委员，好不好？好，认真敬礼。认真回礼，认真回礼。好，恢复教委会应该有的气氛，好不好？好，嗯，好。好，谢谢主席。好，那我们请诸位。好，诸位请。好。委员好。好，诸位，我现在只有8+2了哈，我们要问快一点。来，诸位，我们看第一张投影片。诸位，这5项都是你今天106年的施政重点，对吧？是的，没有错。你刚刚口头也认真报告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我就不重复念了。这个第四项。第四项你的施政重点，永续能源技术及策略研究，这是根据哪一个规定定出来的？哪一个法律条文定出来的？你的施政重点，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组织条例2条哪一款有规定有授权原能会可以做这一项施政重点？因为基本上。没有嘛，答不出来哦。来，诸位，诸位，那我继续问，你认为发展绿色能源产业技术是哪个政府机关的执掌？现在目前啊，目前当然是经济部了。就是你现在核能研究所明年的施政目标哦。嗯，对，那是我。那我们原能会核能研究所组织条例哪一项有规定
我们的核能研究所要负担这么重要的任务？好像也没有嘛。来，那我给你看下一张表哦。来，主委这边哦，两方块，左边和右边看起来很像哦。这是某两个政府机关的施政执掌的重要内容。一个呢，左边的是推动再生能源技术啊，然后后面有很多项。另外一边呢，右边这边是绿能系统发展，包括太阳光电系统、风力发电系统等等。主委可以告诉我们，左边是哪一个政府机关的执掌？那应该是左边应该是经济部，右边是应该是，不然右边呢？右边右边是核，就是你们核能研究所的嘛？是以你，那你有没有觉得两个很像？哈，是以你的方向比较长的是谁的？文字叙述比较长的，文字叙述比较长的是谁的？所以比较好了，我告诉你了，文字比较长是经济部能源局的，对 对啊。那你看嘛，我的重点是你看两边有没有很像，完全几乎一样嘛。所以我想跟主不一样。主委，这样的施政目标哈，我觉得是理所当然。这经济部能源局，我能不能讲？因为你可以看啊，下面有 geothermal 啊，那是地热，那个是经济部能源局的。OK， 那我们这边的重点是放在，所以说你可以看内涵是不相同的。绿能的发展有没有重叠？有吗？没有，如果是完全没有重叠，地热完全好，那就又回到你这边了。没有重叠之处的话，那还是回到原来的哪一项组织条例告诉你说，组织法说你核能研究所，你的原能会有涉及到这再生能源，这是执掌你的执掌范围。严格上讲起来当然是没有了。不过你如果说广义的解释的话，呢，怎么会有广义解释这种部分？原子能的核能，来，那我再问主委，明年的核能研究所的预算是多少钱？核能有20亿左右。20亿啊，20亿。好，那它里面的永续能源技术与策略发展应用计划，就是刚刚在讨论的这个，它编列了多少钱？2亿。就是这个永续能源的部分，2亿5千万。那经济部能源局的有关能源技术应用所编列的预算是多少？你知道吗？不知道。是1亿6千。所以我们的核能研究所关于再生能源的部分编列的金额比经济部能源局还要高哦。所以你觉得这样合理吗？我们的原能会最重要的执掌不是是核能安全吗？我想委员也都知道哈，核能研究所呢，未来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它就要到经济部能源经济及能源部变成能源研究所，所以它目前这相关的工作跟它未来的这个相关的是基本上呢是 match 是一致的。我想这样，本席在这里表示一个态度，我非常支持绿能的发展，也很重视再生能源，但是经过这样子的查看调查，其实两个政府机关他所执掌的部分有可能有重叠的部分，甚至我要确认的是，核能研究所有没有越俎代庖的事项？如果你现在认为正因为他们有重叠之处或者有相符之处，所以未来这个合并就是一个走向，那什么时候可以让这个地方可以分清楚？是，不会重复的浪费国家的预算。我请那个核研究所马所长。没关系， okay， 这就是我第一个态度了啊。那第二个我要再继续问哦，因为我们今天是预算的询答嘛，所以这是第一个，我希望不要有重复编列浪费国家预算的部分。基本上是没有，基本上是没有。好，你说没有嘛？第一个部分，那接下来审查的部分，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资料看得出来，你们两边是不同的，这个你们的执掌范围是应该这样编列预算的。好，这第一个部分。第二条，主委，我想要请你在这里公开回答，你认为台湾的核电厂安全吗？我们的核能电厂管制法规健全吗？这答案应该要肯定吧，主委？不要想这么久。没有啊，你那么慎重的问我，我当然慎重回答。对啊，我这么慎重问你，那安全吗？你没有让我说，马上即席回答。OK， 好，我现在第一时间回答。对，快点！现在主席给我的时间很少了， okay， 对啊，是，我们有20分钟了。健全。好，健全安全。好，那如果又安全管制法规又健全，主委，那我想请教，为什么我们需要编列核能电厂安全管制法规与技术研究计划，用4年这么长的时间，而且还要花了2亿8000多万元？
来做好这个计划。是，如果那如果你需要这么多钱，那请你告诉 我们现在不建成在哪里。我就想，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嘛。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容易回答哈。是的，好。福岛核灾的事情以后，对不对？在福岛发生这个事情之前，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核能界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一个。那所以答案就是还有没有想到，所以不健全嘛。没有，现阶段是健全的。现阶段是健全的。换句话说，它有些相关的一些法规啊，它还是要，就是如同您上一次的这个跟咨询我们的时候，对这个这样不够就不够嘛，你就现在就是说不够了，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一步这个预算再下去研究，所以恳请贵院通过我们的2亿8千万，不是应该是这样吗？不用，我不需要这笔预算。No， 当然是要这个预算了。OK， 那到底是哪一种？我只能强调就是说，核能的相关的技术还是在不断的精进当中，所以说一些相关的法规呢，当然要经过不断的。好了，诸位， okay， 这个部分，那你也请提供资料，让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可以看得见啊。是。好，第三个，我想请问哦，诸位，下一张表哦，我们这里有提供三个状况哦，第一个是台电公司。这个台电公司核能一二厂位于到期合约到期前与福商医院签订新合约，这第一个。第二个，核一厂侦测试验程序内容未臻完善，且人员未确实依据运转技术规范采取行动。第三个是核三厂呢，这个启动变压器维护作业执行不当，导致1998年6月12日火灾事件发生。一二三 ，A、B、C 三个，哪一个最严重？你觉得？快问快答，18秒了。当然是第三个，不是吗？嘛，对啊，第三个嘛，主委你也同意嘛？好，那接下来两个，这个核二厂预警系统警报测试结果不佳，和核一厂未依程序书规定操作，这个造成反应器急停之异常事件，这两个又哪一个比较严重？一啊，这个反应器急停，这个还要想这么久？对，我想一啊。当然是一嘛。好，那主委，你知道我们现在有核安管制红绿灯这个系统吧？是。那核安管制红绿灯分几级？核安反管制红绿灯四级嘛，绿白黄红。那您知道我们从1993年底到现在，这个核安管制红绿灯实施10年来，出现了几次非绿灯的状况？一共才三次，很少。一共才三次，可是呢，一次黄灯，两次白灯，竟然是出现在刚刚哦。我们回到刚刚那个 A、B、C 的那一页的话，它其实出现黄灯的那一季，出现白灯的那一季是在 A 哦，是没有跟福商医院签合约，它是亮白灯哦。下面这两个事件，它亮什么灯？都是绿灯哎。当季的核测试都是绿灯啊，那 D 和 E 这两个，您刚刚也说了，是核一厂反应器急停之异常事件比较严重，可是亮黄灯的竟然是警报器测试结果不佳。那我不能理解啊，如果我们的核安管制红绿灯是目前唯一原能会对社会大众在揭示我们的核电厂安全唯一而且最重要的一个测试系统，一个警报系统。那么第一，它一季才发布一次，这个已经很慢了，3个月才一次。第二，它的这个标准显然跟一般民众的认知有极大极大的落差，所以唯一而且重要的标准，那反映出来的事件是这样。主委，你觉得是不是应该有检讨，而且应该尽快的检讨？ 我特别强调一下，我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事实上最近我有跟有关像我们核管跟核技，我曾经提到为什么要用这个刚才你讲的四种灯号的这个啊来表达啊。我事实上我们就有在考虑要怎么样做的更精致、更细腻的。好，我认为哦，这个至少要一个月提供一次啦，而且这个标准应该要彻底的检讨。希望主委能够让我们看到精进的报告，以至于在审预算的时候可以看出进步。谢谢主委。好，谢谢。好，跟委员会报告，我们今天咨询到蒋乃馨委员截止哦。那有关这个原能会预算的提案，在11月18号下午5点以前，请提出来。好，在这边再做一个宣布。我们接着请吴思瑶委员。是，你要8+2还是20+2？30+2。
谢谢英明的主席。不会吧，谢谢。好，有请主委。主委请。哎，委员好。主委辛苦了，今天让你们来接受这个二十分钟的质询，也是考验您的专业能力跟应答的反应，都还不错，都还不错。哦，谢谢。今年的五六月，其实我们每次在开这个委员会的时候，只要有地震，所有的委员第一件事情看手机，我有没有收到这个预警系统？如果没有收到的，就成为国家级的边缘人。我要说，我也要问，国家的这个警报系统，透过 NCC 建制的这个行动通讯科技的平台，我们的原能会是不是边缘化的部会？来，下一页。你应该很清楚，现在好不容易建制起来分三级的紧急讯息、示警讯息跟提醒讯息，它分别是紧急讯息是有特殊的告警声响，响一分钟，以地震为例，然后还会搭配讯息文字。第二级的示警讯息是在一定的应变时间内用文字的讯息传送给民众。第三类是针对特定地区进行较长时间持续性的发布提醒，来提供民众参考各式灾害如果发生它的避难资讯等等。这个是 NCC 建制的。那我真的不理解，地震有，土石流有，水灾有，哎，我们的复合式的灾害，我们的核安核能灾害为什么现在没有？来，下一页。你应该很清楚，这个就是 NCC 建制的这个 CBS 系统，透过行动通讯的这个系统， 4G 的你一定收得到，部分的手机是 3G 你也可能收得到。所以这就是大家在很热门的探讨，你到底是不是国家级的边缘人。在我看来，原能会绝对不能自外于这个系统。下一页，我们未来会加入。未来是什么时候？你知不知道？来，我先给您看完这个。NCC 建制的是要用三年期，104年到106年完成。这个 CBS 国家级的警报发送单位，104年第一波纳入哪些单位？气象局，它的大雨及时的讯息、地震都纳入。第二个机关公路总局针对公路封闭警戒也会发布。第三个在104年纳入的机关是水土保持局的土石流警戒。第四个连人事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针对停班停课的讯息也纳入这个系统。第五个防空警报也纳入，这个是104年第一波。104年的第一波，105年今年的第二波。疾管级的传染病不耽误你的时间。好，我们已经要申请了，我们明年原能会卡细喊的对啊，比疾管局卡细喊，比水利署的淹水讯息的警戒卡细喊。核安是何其重要的复合式的灾害，是我真的不懂是谁怠惰，为什么现在我们没有？然后你告诉我什么时候？明年。我们已经申请了，但是现在目前不晓得什么原因还没有这个。不晓得什么原因，不晓得什么原因是我要问你吧，主委。就是你哈细喊，你被边缘化了，你知道吗？我只能讲说，您讲的对了。我不希望我讲的对。不，原能会这么重要的部会，不能被成为二级机关，不能是卡塞罕的机关，尤其核安观众关心民众的安全。因为他要建置这些相关的系统，基本上他一定要花一些时间嘛。那他们一定有他的作业的安排嘛。那或许我们申请的，你要不要加强跟 NCC 的沟通啊？有。那你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好，你明确的告诉我，核安的这个示警系统何时上线？何时上线？告诉我一个明确的时间。您努力何时上线？刚才你讲的是这个有关核安的这个警报这个系统，我刚才讲了明年嘛哈。那明年是1月1号还是12月31号？我先给一个时间，明年八月。明年八月前。八月底。八月底。
是现在已经跟 NCC 有排入这个期程吗？还是你自己说？我们相信，没有，我们已经申请了，我们已经申请。至于他有没有排入，我还要去。我其实对于明年八月底，我也觉得太迟啊。好，那我们和安的这种重要性怎么会？这些都是局部的，土石流、淹水都局部的，和安的范围何其之广啊！你再早一点吧。明年年中以前，好，那明年其实这是非常退而求其次。明年六月底吧，六月以前，好，你在委员会正式的承诺是，原能会不能卡塞喊呐，是是，去跟 NCC 谈，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的委员支持你，是，能不能让我容许我再讲一两句话？好，请说。其实我接任以后，针对这个事情，我就跟何非常重视，我当然非常重视了。我说奇怪，我都有地震都有，为什么我没有？结果你上任520还要等到明年八月底，你觉得？可是问题是，你一定也很难接受吧？因为是这样。是这样的，就是说基本上因为我这个核灾的这一块啊，相关的一些事务了，基本上呢我们都有一些这个通报的一些管道，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并不是我们不会说在相关的人士基本上都在很快的时间都可以获取到相关的资讯。 OK， 那么社会大众我们很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万一大家的恐慌吗？对不，主委，我要说的就是，你是不是听我讲完一下？因为我们很担心，就是有时候会有误动作，所以错误的一个，所以你们要把系统非常的稳定，是的不能有这种是的误报的状况嘛，防止误报，你不能因为害怕有误报而不去建制这个示警系统。没有，所以我们如果好，主委听我一句话，是即刻去沟通，明年年中以前，因为当你有这套系统，其实你在做很多的疏散，包括后续的这个收容，很多的民众的这个资讯的发布，都是事半功倍的，是好不好？就这样，明年年中以前，虽然我非常不满意这个期程，是赶快去启动跟 NCC 协调。好，我下一个主题。今天在讲预算，我一直觉得这个核安应变基金的缺口，你到底要不要补？要补还是不补？来下一页，要补，当然要补。可是我没有看你的作业啊！立法院的预算中心105年的评估报告就已经说了，缺口达到4亿43万，还是没有动作。来下一页，106年的立法院的预算中心评估报告也是说要赶快补，还是没有动作。下一页，上个会期本席就在审我们原能会的预算的时候就做成决议，要即刻，而且是一次性的补足。大院三读通过以后就可以补这个案子，没不需要经过协商，这个案子委员会的决议就已经是一个最终的立法院的看法。来，我先把下面讲完。我知道你们的借口就是要等三读，我非常不理解，也不能够接受。主委，你上任到现在开了3次的原能会的委员会议，是是，包括一次的核子事故紧急应变基金会的管理会议，从来没有启动这个讨论。到底我们要跟台电，当然立法院的决议是一次补足，但我们从95年开始先收2400一年，是是，后来 update 到，是是是，就是 upgrade 到5400，五千四。立法院上一年度，就今年度的我们的决议是一次补足。对，我没有看你们立案讨论，我怎么相信你要补足？你去启动呢？来下一页，连你们原能会的委员自己也提出这个提醒，你的讲法、你的回应就是你刚刚回答我的，等立法院三读之后，我们再去补。对不起啊，诸位，这已经是大家共识、朝野的共识，立法院我们共同的决议了。是是。然后你要等三读，三读也即刻要三读，那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要补足嘛？你不要自我弱化成为台电的门神，有钱不收，立法院是在帮你耶，是收足这笔钱，你就可以做很多的应变的必要的一些措施嘛。是。什么时候补？说，我在审预算啦，我在预算书也没有看到啊。你的收入的部分也没有增列啊，请说明，请说明。这块我想请核技术，说明一下好吗？我在预算书只有看到你们现在盈余，不是盈余了，就是基金剩余是3亿。多嘛？对，谢谢委员指教，那确实是如此。那我们其实因为要启动这个修法的这个工作呢，需要有一个很正式的文件，就是立法院三读的文件。那不过那你也可以启动修法的讨论了嘛？内部的几次会议都没有立案讨论，我怎么相信你敢去跟台电要呢？我们内部其实已经有讨论过，然后接下来怎么做，大家都有来下一页规划。所以检讨法规一次到位，
检讨法规一次到位，针对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43条的授权，你们的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施行细则里头，现在的规范是每5年检讨一次收费，而且一定金额是定死了，就是5400万。我要求看最后一页。其实5年检讨一次，今年2016年就是要检讨的年度啊。今年就是要检讨的年度啊，因为2011是上一次5年，就今年。最后我的要求，因应这个核子事故紧急应变的准备需求，并尊重立法院的决议，原能会应该即刻补足向台电要钱核安的应变基金的财务缺口，以利你后续做很多核安应变的作为。第二点，配合实际的防灾需求，现行的你的母法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跟你的施行细则，即刻启动法规的检讨，有关向台电收取的一定金额以及检讨的年限，我觉得5年都太长，你可以一并去考虑一定的金额是多少，或者是几年检讨一次，都应该更让你有弹性，可以积极的去处理，甚至你也可以修法，永远就是补足的，不是每年拨多少拨多少，这种等着台电缴钱，我觉得你要硬起来啊，拜托不要当 outsider 好吗？刚刚是一个边缘化的原能会，就跟台电讨钱这件事情，我们自己法规就要启动啊。然后我也不能接受，我相信主席也不能接受了。等立法院三读通过，我们再做。天哪，我们是让你去讨钱呢、欸？拜托主委，不要当 outsider， 我们强而有力的去执行好吗？我现在是 insider 了，不知道 outsider。好，所以继续。所以我刚才、那个、所以我的两个要求是委员指教，一个那个我们 CBS 系统跟这个应变基金的缺口一次补足，是一次到位。是好，谢谢好，谢谢。吴委员很适合20+2。好，我们接着请中嘉宾委员8+2。啊，对。啊，主席，与会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机关首长官员，还有工作的同仁和记者媒体女士先生，大家早安。有请主委，谢主委。来，谢主委。委员好。时间宝贵，我直接切入正题哈。我这边有一个近十年，核电厂台湾核电厂急停的次数统计啦，大概您对这些数字都不陌生哈。累计哈，这10年有14次，你觉得算不算正常？有3个核电厂。当然是不正常了，不太正常了。好，那所以呢，我们再进一步看，那原能会呢对台湾的核能设施要进行检查，那这10年来核子设施的违规案件呢，加起来也有105件，那您觉得这个趋势看起来有没有改善？我的印象是因为这个我看不清楚，我的印象我所知道好像有慢慢的减少，慢慢的减少，但是我们的核能设施是越来越老旧，对对对。那您觉得它减少的原因是因为台电本身有落实必要的措施，还是是来自于主委你这边，你们原能会有做密集的检查安检？我相信两个都有，两个都有。那降低的原因，认为台电也努力，你们也很用心的稽查，那你们告诉我，可能我们这一块更多一点，你们这一块更多一点，没问题，没问题。是我的原能会，我当然要讲。OK， 是。那过去这一年有去进行过安检吗？我想这个详细的这个次数啊，因为我们不定期还有很多的不同的安检，所以我想请那个张处长。好，来，我们每一个电厂是这个。工作期间的话，都是有每天都有驻厂视察人员在电厂进行视察，然后每一季我们也会去做专案团队的视察，然后每一年我们都会做几次的不预警的视察。OK， 所以这个都是固定要执行的，固定要做的哈。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一个未结案的统计表，不过对后面的合计数字有错，就略去不看哈。到目前为止哈，大概件数不多了。什么是未结案的？违规事件未结案的是啥？还没有改进的吗？没有完全改进的。对，还没改进。未结案不代表没有改进，而是针对违规的事项，有时候我们是要叫他后续还要去检讨他的相关的机制，所以这部分的话，现场可以改进的，通常都是立即要去处理它。那对于这些尚未结案的，你们的管制措施是怎么进行？管制啊，譬如说一个事情还没有完成解决，还没有完成改善，那你们有什么管制的作为？基本上
针对他未结案的部分，我们都会做一个管控的机制。那像其中有一些未结案的话，事实上他们是每季都有进行这个报告。不，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设定目标？总不能让他一直拖一直拖吧？你们应该有一个规定，说这个事情你什么时候完成，没有完成或者怎么样，就再没有完成再怎么样。我们行政处分啊，一般我在地方政府过去的经验，我们行政处分都会定期限啊，对不对？限期一个月改善，不行再延长一个月，不行我再罚。那你们的做法呢？目前针对核能电厂的这电厂本身运转的这部分的话，其实在核一厂的有一件是五级的违规。我现在不是问你有几件，我只要我只要说明我们，对，我们每一个违规的目标就是它要改善到它符合管制的要求。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它没有在一个月之内完成的话，我们会去了解它不能完成的原因是什么。那我刚才一开始有说明，其实如果针对电厂运转的话，它当下能改善的是的部分，它其实叫你这个有回答跟没有回答一样嘛？当下能改善的就改善了，当下不能改善了就追踪管理，追踪管理还没有改善，我再提醒他。然后呢，我希望我能够当总统，我就一选再选，选到跟昨天一样，我可以当选为止吗？我谢谢那个钟委员的指教哈。我相信刚才那个张处长回复的，我讲钟委员，我知道钟委员这个问题的最重要，是的，我想其实前面有一个委员也咨询类似相关的问题。是，哦，只问其实我这么强调一下，没错，因为到目前为止可能就是我们没有采访的，我坦白讲，我刚才我已经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已经跟相关的这个局处已经谈到，我们可以定一个相关的另外一个未来会做了，我就是要这句话嘛。是的，是的，你们过去哈都是尊尊善诱啊，对不对？是，都是好话说尽，但是呢都没有把你的魄力跟你的决断拿出来，所以以致呢台电哈就皮皮啊啦，反正你们他只要做不好嘛，你们都是像小学老师嘛，哎，罚写十遍，写不好再写一百遍，反正写到写好为止啊，他都写不好就毕不了业啊。好，这个我就到这里哈。那年度预算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刚刚那个是今年呐三月的时候呢，核一厂的二号机啊急停，那么上了新闻。那你们现在呢的确在核设施的安全管制上，你们比去年度啊有增加一些预算。那我这边认为呢，是不是你们跟台电之间未来去安检的时候，如果是无预警的我没办法说了哈，如果是定期的，有没有跟地方政府联合，让地方政府了解到你们去做安检的过程？好，请张处长。这个也要处长说好来。其实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不预警的话，其实地方政府已经跟我们一起去了多次了。哦，有去了多次了。对，我们都会发函邀请。那只是说我们的你们无预警的发函邀请，这我就听不懂了。对，这个我告诉你，我下星期二我要做一个无预警的，当然是没有跟台电预警了哈。不跟台电预警。是，这个我们在之前跟地方政府其实都做了一些沟通，那他们算参与多次。你们觉得这样的无预警是可以达到的？是可以达到的。好，那我们在这个其他的这个专案团队视察这部分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把我们相关资讯都公开在网站上。那因为专案团队比较涉及比较多的这个专业的部分，所以这部分的话，那目前我们是就是以资讯都相关的资讯公开的作业，就是我们的视察的报告，我们都会放在网络上让大家参与。我就问你一个，你给我讲了 好多个了，我只是要确认一下，你们目前明年度定期排程要去对台电，至少在屏东的核三厂这些安检定期排检的都有已经告知地方政府了，也邀请了。那无预警的呢，你们也会在事前一定的时间通知他，请他陪同来。那么这个陪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规范啊？我这样讲没有错吧？你刚刚不是讲无预警要一周前通知吗？无预警的有，但是定期的是没有，定期的反而没有通知。因为定期的基本上是比较专业的，是我们去看，不是技术性的。好，这个逻辑我倒是今天比较讶异。我想说无预警的可能你们专业的好决定的就出发了，那么可能到场之后再通知地方政府。那定期的呢当然邀请我们，你们说无预警的可以事先一个星期通知，定期的反而没有邀请。我想这样子了，请你们回去再去跟地方政府确认一下，是不是地方政府对于你们核电厂所在的安检呢有这样的一个考量，是否允当了。那主委这点可以确定吗？是，可不可以再跟我回复一下，说你们跟地方这种协调的结果，关于安检由地方这种陪同的情况之下，无预警的跟定期的，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有限的时间了哈，今天早上时间过得特别快。那么，
第二期的能源国家型计划呢，核能所啊，我看核研所做了这些有7项计划，那我就觉得呢，这些计划刚刚前面的苏委员呢也都有指教过了，那我就不再细谈。那么你们的资讯成果公开也透明了，我觉得呢这也是可取的地方。但是呢，我比较好奇的是，我想请教一下，主委哈，除了你们的核研所之外，政府还有哪些研究机构、大学做类似的研究？多多少少都有，多多少少这个，没有，我是觉得科学家讲话很精确，因为他现在目前所，你们知不知道有其他的部门也在做类似的研究？当然知道，当然知道嘛哈，当然要知道，因为我这里呢出现了一个管制表哈，计划也有，单单是经济部的部分啊，有工业局，是的，有标准检验局，有技术处，有能源局，有地调所。那么这些计划的内容啊，跟你们目前在进行的有没有相互竞合的地方？你所谓相互竞合，基本上我特别强调一下哈，基本上都是分工的，都是分工的。换句话说，基本上不同的，因为你们是在一个分工架构之下，对对对，彼此讲好了，你做什么，我做什么。当然还是要竞合，因为 OK， 因为这样才会进步嘛。当然啦、啊，要竞合，要评估效益啊。所以呢，我这里呢就是要进一步的呢，请你们哈、哦、要了解到，这些计划。我们当然希望政府要加强替代能源，尤其是绿色能源的开发。那么核能所做这个研究，我们也予肯定。谢谢。但是呢，你们在整个研究的大架构之下，你们的分工角色，你们有没有定定要达到的研究成果的效益？有没有做出这样的定位？我想他们一定有他们的 KPI 嘛。又是我想，我相信他们。没有，我想是比较保守。有没有？都有嘛。有。大概是怎么定定？有能源国家行好，来，好，我请马所长啊。好，报委员，原则上这个是能源国家行计划，他们在做整个的分工和管控，是，然后会定相关的绩效目标，对，比如说核研所负责的哪一个、太阳能里面，我们负责的是什么？对，那个绿能所负责的是不太一样的，是，那各有各的要求的那个成果。那如果你们部分没有做好，会不会打屁股？会啊，会砍预算，会砍预算哈。OK， 好，那我今天重点来了哈，所以我今天的建议很具体哈。首先在那个安检的部分，我希望主委呢在除以年限到期之前，台电对台电应该联合地方政府啊进行必要的安检。刚刚讲过，我不再赘述。后面这个你们既然讲了，在整个行政院的总体架构，你们是分工进行的研究计划，你们定了一个研究效益，如果没有研究达到这个效益的话，要被砍预算。那我就请诸位记住这一点，你们的预算要不要砍，不只是行政院内部做管控，我们这边也要掌理。所以请将你们年度计划你们的效益 KPI 也跟本会，我们作为你们来年预算增减的一个参考，好不好？是，可以吗？可以。好，谢谢。好，谢谢。好，我们接着请郑天才委员。抱歉哦，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紧，只有6分钟啊，是刚都用掉了，不好。主席、各位委员，有请我们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委。郑委员好。谢主委好。是。这个，我们先谈这个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哈，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你们特别这个核备了哈，原子能委员会特别核备了这个台电公司所提的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计划书。按照这个计划书啊，它要分好几个阶段。那94到106啊，到明年是针对潜在处置母盐特性调查与评估，是。然后下一个阶段是候选厂址。评选已核定。这个主委，你知道，这个我们有关高放的哈，有没有相关的限制的法律？因为你这个下个阶段了、啊，107就开始了。候选厂址评选已核定，这个主管，我想请那个邱局长。好。报告委员，有关高放射性废弃物最终处置厂址选址的条例，经济部已经要求台电公司，现在正在研定当中。有在进行。经济部研定当中。对对对，原子能委员会这边是已经订定完成一份叫做高放最终处置厂址的技术的规范，技术的规范我们是有订。至于厂址的选择的这个法律啊，是经济部。督促台电现在已经
开始在研定当中。好，主委，以我们台湾的现况，啊，有可能选到可以适合的，或者是说人民会接受的场址吗？嗯，不可能嘛！我马上告诉你，不可能。低放射性的都不可能。低放射性的放在蓝屿，蔡总统为了这个，啊，向原住民族道歉，啊，为了这个低放射性的在蓝屿，啊，蔡总统在8月1号向原住民族道歉。那地方设性有选址条例，现在还没有选址条例就花了那么多钱，而且是浪费，而且这个地方设性的选址都不可能，你还要再定一个条例，还要再继续做这个浪费的那个计划吗？啊，诸位，我请容许我讲几句话吗？ OK， 请。您刚才所提的哈，那是您认为是不可以的啊。那站在一个专业，还有呢社会大众整个一个氛围来讲的话呢，我们毕竟是要做这件事情嘛。OK， 所以说没有发生的事情，我觉得站在一个专业立场，我通常都不会做一个骤然的答复，或是一个跟您一个我很负责的讲，我们一定要去找这个地方，而且呢，我认为应该是可以找得到。谢谢诸位，因为你不是很清楚，已经发生了，不是还没有发生了。低放射性的选址，已经台电公司选了达仁乡，台东的达仁乡，我知道是原住民族地区，也选了这个外岛，是对不对？是。结果呢？结果是怎么样？已经发生了，请教你，结果是如何？结果您都知道了嘛，那我就不讲这个了。哦，我可是呢，我们有这个，我们有替代的方案嘛，我们还是有替代的方案。好，我们就谈这个高放射性。好，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计划书里面要去做这个潜在处置母盐特性调查与评估。他本来已经选定了台电选定了在秀林乡啊，啊秀林乡。那是您说的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事实了，这是事实。那这都是媒体。你先听我讲，他已经在钻探了，光钻探就被反对了。哦，我们这个立委在上一届的时候就反对钻探，所以他就封紧了，他就不做了。光钻探就被反对，就封紧了。莲子能委员会啊，如果没有一个非常长远的，而且很务实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呢，而所谓的专业，如果只看专业，而不看台湾的实际的状况，这样的话就一再不断的在浪费，而且是做无谓的这些计划，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台湾的状况不行的时候，你就要调整你的政策方向。你要调整你的政策方向，而不是一再的要求经济部，一再的要求台电，你要做这个。因为我咨询台电，台电说是原子能委员会要我做的。好，诸位，我们要很务实的，放在任何地方都不会被接受，都不会被接受。你光钻探就不被接受。你真的能做吗？要不要调整你的政策方向？我先不谈。刚才您讲的说要个长远的，要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划嘛，哈。那事实上呢，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最终处置的那个相关的时程呢，那就是一个规划，那就是一个规划，那就是长程的。那至于您刚刚讲到这个地方这一块的部分呢，那我坦白讲呢，也都有相关的规划在执行当中，啊，那现在目前您刚才提到说您咨询台电，台电就是我们要求，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重点，它只要到位就好，它到时间到了，它就应该把东西要交出来。那它如果没有交出来的时候，我们再来。所以我重点要强调就是说，如果您都不走的话，那我们都一直停滞在那里。那我们现在是在走当中嘛，所以说当然就按照我们原先预定的这个时程，我们再看嘛。
不，宁可要多花时间去规划境外的处理了。只有境外的好，您谈到境外，刚才我就知道您要谈到境外。但是我要告诉你，境外不是没有讨论过，整个一个社会的氛围，还有一些相关的，啊，所以所有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您说花莲县的秀林乡，那个只是 possibility 之一，就是可能性之一，并不见得就是厂子选好的。OK， 任何的专业他都要做地质探看的。OK， 好，那我想您比我还清楚。时间突然缩短了哈，是，下次我们再好好的。好，谢谢。是，下次及早咨询就。是。好，我们接着请黄国书委员，八加二。好。八加二。嗯。好，谢谢主席，请谢主委。主席。好，谢谢主席了。你要我讲多久我就讲多久了，充分尊重主席了啊。好，谢主委。是。日本食品的进口哈，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哈。我想要了解一下啊，我们原能会的职责跟角色是什么？最近这个问题哈又被凸显。是是是。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现阶段的角色嘛？哈，嗯，现阶段角我基本上你们有没有角色嘛？有角色。好，那什么角色？角色就是协助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好针对相关食品的检测。好，今天是你们的预算巡打啊，你们是协助卫福部跟财政部相关主管机关嘛，农委会还有农委会。好，你们的预算的说明里头有提到哈，在今年的上半年呢，啊，你这里有提到了，105年度上半年协助卫福部药物管理署检测日本进口食品之辐射含量7966件，然后财政部国库署啊。日本进口酒品的辐射含量371件，总共啊8300件哈。我想请问一下，检查的结果为何？我所了解的好像都是全部合，就是刚才有委员也秀过，我们提供给他相关书面资料，就是全部合格嘛。全部合格，那有问题的是几件？没有，没有，就是零了。是，就是零。好。我们针对日本食品的输入台湾啊，那最近这个日程也还没有确定嘛，对不对？啊，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晓得，这你不晓得，因为这不是我的，对，你是配合吧，你哈。那我想要了解哈，在检验的过程里头，我们原能会是有角色的，是的，是不是符合安全的标准？这个是我们原能会在认定的吧？应该是吧？没有错，没有错吧？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吧。好，那我可以获得原能会的答案啊，这一些有关于日本食品的输入台湾啊，一定是在安全无虞的基础下才有办法让它输入，这是不是原能会的立场？是不是？坦白讲啊，如果你要讲严格上，这个能不能让他输入，这不是我们原能会的事。我特别强调一下哈，那我想问你啊，卫福部食药署跟这农委会哈，基本上他相关的食品他要进口进来的话，那基本上这个是他们，这是他们，是不是要不要进口，这是他们。等到进口来了以后呢，他们从他们的这个进口的数量里面呢，他们去取样，把这个取样。交给我做检测，这是整个一个流程是这样做的。啊，如果你们检测出来有结果，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我们就会回复给这个相关单位嘛。譬如说，农委会找我们，就是农委会。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原来会可不可以在这个事情上非常严格的来把关？我们在检测这一部分，当然是可不可以严格的把关？当然是严格，因为现在国人啊都在担心这个事情，但是总是要有一个。够专业、够可以让国人信任的一个单位，来跟大家说，我们经过非常严谨的检验，是啊，有关于辐射值啊，我们最专业是原能会，那原能会有协助做这个事情，
如果原人会认为没有问题，那绝对是没有问题，可不可以这样说？那 我先跟委员报告一下哈，那个检验的标准，譬如说现在目前我们采用的食药署所采用的标准是100贝克每公斤。好，这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他设定的，这个标准是他设定的。那个细节我但是我们检测的整个一个步骤跟相关检测这个就我们当然是严格的去做，严格的去做。是的。只要原人会说检测没有问题，是，我们就相信，可不可以？啊，当然。那。你告诉我，如果原人会检测跟我们讲说没有问题，是，那我就应该相信你嘛。是的，你是不是希望我也相信你？那当然是，我们当然是吧。是，好，那既然是这个样子，那原人会就有责任了、啊，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啊。虽然你们只是协助的立场嘛，哦、我们的责任只是我了解了这个我了解了啊，你们的角色功能就是我们的数据，但是我相信是正确的。我当然，你也不是凭空造假了，也不是为。也不是听从卫福部或农委会要你们怎么做嘛，有你们有一定的公信力，是一定的客观嘛，对不对？谢谢，这个没有问题。是，那我愿意相信你。是，谢谢。我们的预算啊，还有相关公共参与以及民众沟通的部分啊，是，这预算有100多万。好，那我告诉你啊，这一段时间有太多以讹传讹啊，我造成民众的恐慌啊。那原能会啊，是不是也应该针对一些？可能造成恐慌的讯息，你们也要为民众来解释一些疑虑。比如说，在媒体啊，有很多人投诉，我们原人会都很积极主动了、啊，就去处理了，就去回应了啊、哦。好，但是有一些不是媒体啦，有太多网络社群啊，一些像这个啊、哦，这个当然是名人啦、啊，当然有一定的公信力了，叫李富成先生啊、哦。我了解他说的，对，是，我知道。他说，我们媚日啊，台湾媚日啊。硬要我们吃福岛辐射的农产品，啊、哦，你敢吃吗？然后他说，这一些核辐射旁边的食品也一样会受到辐射污染。他说，那些卖场进口辐射的食品，整个卖场的环境也会受到辐射污染。我觉得这个会让我们恐慌啊！我同意、啊，会让我们恐慌啊！他引述的这个日本名主持人的这一个人啊。哦他表演吃福岛蔬菜，说：“哎、欸，血癌过世了啊！”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不晓得。在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情况下，天哪、啊，就已经有1000多个分享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原能会除了针对媒体有一些回应之外，你们是不是也应该针对相关的这一种？在网络社群制造恐慌的言论，其实原人会也应该要有一些做法，不然你们有这个预算呢、啊？你们有公共参与与民众沟通的预算？我们民众沟通是的，这也是一部分。可是问题这件，那我想的目的是给主管机关，我想针对这个说法，服部啊，那原人会，因为他谈到是我们，譬如说这个病症啊，这个癌症啊这些东西，这个还是卫福部他才有。他为什么是定100贝克这个每公斤？这个也都有他来源跟依据的。好，我想是这样子了哈，原来会去为民众解释疑虑啊。是，如果民众他我这也是你们的工作嘛，就好像怀孕的妇女可不可以口腔去照 X 光，是引起非常多恐慌。这个我觉得原来会你们有这样的责任、啊。那你们不会觉得我们、啊？我相信原能会，原能会只要说安全无虞，我们就认定安全无虞。我相信你啊，好不好？是。但是你一定要非常清楚的跟我们解释很多的疑虑哈。再来，我要提到，诸位，你上任以后有没有办理过核安的演习？有办过一次，办过一次，九月是办过，九月核三嘛，是在核三了，是的。这一次的演习啊。在恒春嘛，是的。那恒春政工所竟然没有参加。恒春政工所、啊，我们有邀请他了。对，你们邀请他吗、啊？是。那他为什么不参加？结果他因为他不参加，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去设定这个演习啊的剧本，是的，是什么？是这点我就不再政工所毁损啊，功能丧失无法运作，这个我们继续改进好吗？我不耽误委员时间了，我们继续改进。不是这个就不耽误时间。我要讲这个事情嘛，你们怎么继续改进？
恒春镇公所不配合你们演习，那我们只好换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就是说，哎呀，这是演习啊，因为镇公所功能毁损没有办法参加，所以我们就换另外一种剧本来演习这个事情。好，我想要了解一下，是我们的和安演习有没有法律依据？有没有？有啊，有啊，什么法？什么法？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嘛。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好，核子事故紧急应变法，我们有这个法律依据。我想了解，当地的乡镇公所可以不配合参加吗？可不可以？应该是，可不可以嘛？这个，如果今天这个答案没有很明确。以后你到新北市来办，人家也不要跟你配合。当然是不可以，不过当然是不可以。我们、好，你再讲，你再讲。他不跟你参加，你能赖他和啊？你怎么办呢？他还跟你讲说，要就全镇的镇民都来参加，是，而且啊，您都参加的人，你要发一个人1000块的，这个就是一千块的走路，这个就是问题所在。那您都讲出来了，那我坦白讲，我都讲出来了。我都讲出来了。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要他跟你要一个人参加的人，一个人1000块的走路工，而且他要全镇的人都来参加嘛。我们没有办法答应他嘛。你没有办法答应他。好，是的，谢谢。那他就不参加嘛。谢谢。所以你这个演习是有缺陷的嘛？是有缺陷的嘛？对，好，也不尽然的。好，那我想了解哈，因为我们有法律嘛。是我们有法律，不走到紧急应变法。好，你走到那一块就不太好，你可以就不太好，那什么意思嘛？我意思就是大家和稀，你这样就算了。不，我们要把制度。这一点就是刚才委员咨询的时候，我就讲说，我说你们不要再花您的时间，您的时间非常宝贵。我就是要花我的时间。陈学任今天给我20分钟，我就准备要讲这个，跟你讲到20分钟。我的意思要强调。我一想就这一次没有找他们来，这是一个事实。那真正的原因，刚才委员也讲了，我们都知道。那我们还全台湾第一次发生核安的演习，当地的镇公所拒绝参加，不配合啊！你们还配合他们啊？那我们来演习那种镇公所，因为功能毁损。什么叫镇公所功能毁损？什么？什么叫做他没有办法配？是什么？就是它不存在了嘛？怎么它不存在了？你们这个，你们是这么阿 Q 啊？哇塞！我想了解一下，镇公所不配合核安演习有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您都说完了，我都说完了，你要给我答案啊！有，你要给我答案，有嘛？有对，地方自治法有，对。那你怎么办呢？那就不断的机关不断的跟他沟通啊，不断的劝导啊。事实上，在这个那天，其实我本来都不讲嘛啊。那您其实那天我有去拜访他，那天啊前天我有去拜访他，他给我吃闭门羹的。OK， 我见到主秘了，对。镇公所，我还是觉得我们还是镇公所跟原能会强索一个参加人每一个证明要1000块，是不是事实？我不敢讲，我是风闻啊，我是耳闻、啊，就是我们我所谓的就是我们的、我再这样说、我们同仁告诉我这件事情，就是的。我们有没有编列这种预算给参加人一个人1000块的参加费？没有、未来会不会编？也不会，所以你们也不可能这样子执行。是，但是我还是要持续跟他保持沟通，毕竟他是核三厂在他的辖区。当然啦、啊，当然啦、啊，所以。9月12号的这一次，你上任以后的第一次核安的演习，其实是有缺陷的。是的，对不对？是的，是的。所以说，不要耽误您的时间。好，那你如果这一次的缺陷，你糊弄糊弄就过去的，没有糊弄，没有糊弄，人家也会比照办理啦。不会的，不会，我不会的，知道不会。因为我针对这件，因为针对这件事情以后，我就跟我们的核技所我说，我们未来明年可能不在核三，明年可能在核一，但是那核一会比照哦，不会的。合一的事情还没发生，因为我们不希望它发生嘛。OK， 我们会努力做。不过我再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说，这点我觉得新北这一部分的过去的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的确他们都不错了。我特别强调一下，我们就看喽。是的，那好，此风不可长。是，好不好？是，好，是。以上，谢谢。对朱立伦比较有信心啊。讲了18分钟，你很适合讲20分钟的。好，我们现在请蒋乃馨委员，我们因为到12点休息哦，所以你可以讲到12点，好不好？你最后一位，不是晚上12点。他真的会讲到晚上12点。啊，主席有请诸位。好，诸位请。
蒋委员好。诸位好。我想我在上个月总咨询的时候，我曾经问林院长，也问农委会的主委，日本的福斋的食品是不是会进来，美国的这个瘦肉精的猪是不是会进来。他说不可能，现在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可是照这两天我发现到原农会的主委写字写的速度很快啊，不但有了一撇，而且八字都写完了，不但写完了，时间几乎可能就在这一个礼拜就会进来了，就会同意进来了。所以这个部分来讲，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惶恐。虽然农委会的主委说他可以双手保证从日本核灾地方进来的食品是安全的，可是主委，是，你能不能双手保证进来的食品是安全的？我想跟委员报告哈，基本上我没有看到东西之前我都不知道的，对吧？我现在只是问你吧，是，你能不能保证日本进来的东西都是双安全的？我现在我主席告诉我可以问到明天中午十二点，如果你不回答的话，我问到明天中午十二点，我就要等你们答案。不是，你要这样子的推的话，我不是在推吗？你是不是学太极拳的？我想不是，委员应该了解我。我只是问你，你能不能保证嘛？因为我真的不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你叫我保证。对，你说能就能，不能就不能嘛，对不对，诸位？因为我不是，我相信是这样。如果要进口的，一定是这个保证。如果是进口来，当然站在食安的。这个不能讲吗？没有，我只能讲说。那你就违背你的良心，随便讲一个。我没有违背我的良心。你既然没有违背你的良心，就请你好好的说一下，站在你认为来讲，站在原农会来讲，这个能不能保证安全？如果是原能会现在目前所担负的一个角色，在这个在这件事情上，就是协助农委会。我知道，我刚刚在下面听了你讲了好十次以上。是的，你讲了十次以上这个答案。可是这个问题也是不断的重复在问。对啊，可是你没有给答案，真的答案。我没有不给答案，我给的答案是很负责，我站在这个位置，我担负原能会。你原能会只是配合。是的。对不对？是的。所以主管机关要进，我原能会也不是我决定的。是的。对不对？因为他要进是好，他要进来，他自进来，我们就帮他检测嘛。对呀、啊。是。那如果检测嘴巴吃东西，胃就负责消化嘛。要不要吃东西，嘴巴决定嘛。可是当胃发生溃疡的时候，发生问题的时候，嘴巴还会不会吃东西？还能不能吃东西？我胃会不会告诉嘴巴说，是的，我的消化能力就只到这边结束？我了解委员的，不能再，你不能再进东西来。是，我了解。这就是胃的功能嘛？你原能会你要负责检查嘛？我是进来的东西都是你原能会来检查嘛？那检查的你负责检查，将来就像刚刚黄委员一样的。你能不能保证安全无虞？你不能保证，你不能保证安全无虞，你要不要把你的意见反上去？你不能永远是说我是配合，不是？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能不能？那原能会干嘛呢？那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配合的。委员，因为我所谓配合，就是我不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他们委托我们来帮他们做检测的工作，对嘛？他们委托你做检测的工作，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能力跟他们实验的工作，有没有这个能力呢？问题在这里，到现在都没想到过这个问题吗？不可能吧？对不对？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想到过这个问题，你就失职了。如果你想到过这个问题，你的原能会的能力够不够？请你告诉我。谢谢。我们只能这样子，我们只能这样讲，因为现在事情还没有发生哈。那我特别强调一下，事情发生才来去想啊。不是的，你在事先就应该要想，告诉上面长官。我们尽量，我刚刚讲，告诉主管机关，将来都是我检测。是的，您的我只能这样讲啊。
没有问题，是的，你放心。您的，您刚才的，或者是我的年龄不够，您刚才的指教，您刚才的指教，我都知道，我都听见你，我都知道，是的，是的。那你要怎么做？你回答，你怎么回答我呢？我只能讲，我们尽力去做嘛。你事先有没有去想到过？人力当然要看，要看进口的，事先有没有要看进来的量的多寡嘛？那他 sampling 的这个取样的到底这个啊？现在未来的绝对会比现在多嘛？你这种尝试都没有吗？不是，以前是的，五线市不能进来，现在五线市进来，加上原有的，只会比以前多，是不会比以前少。是。那你的人力够不够？那我你的仪器够不够？是。你的设备够不够？是。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分析过了没有？啊，你分析过了没有？我们分析过了。够不够？基本上是够的。啊？基本上是够的。够的。好，你现在。两个单位在帮你处理，一个辐射侦测中心，是，一个是核能所，核能所，核能所，对不对？是。好，侦测中心刘主任，请上来。马所长，请上来。我先请教刘主任。是，喂，好。你现在，你现在啊？是。五线是还没有开放进来。是。你们和这个侦测中心支援多少能力去做日本灾防那个核灾的食品检查？好，跟委员报告，我们负责这一项检测业务的有三位同仁在负责，但不完全是日本进口食品，国内的核电厂的环境试样也在里头。对，我知道嘛。三个人，你们只有三个人，这个 team 三个人在负责。team 三个人是要负责环境侦测。是。对不对？核电厂周边的问题，对，以及所有食品饮水的侦测，是依照你的组织法，是上面是这样子写的，是对不对？是。那你未来可以增加几个人？人力的部分，受限于组织的，大概是没办法增加。没办法。对，好，是马所长，你现在支援几个人？报委员十个人 part time， 十个人 part time， 不是全职，不是全职。为什么不能全职？还有环测啊这些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全职？环境监测，我们自己周边的环境，我们自己要负责监测。好，未来的食品检查的数量增加的时候，你人够不够？需要新增训练人。如果是增加的量，要增加多少？我们大概还最多还能够容忍10%到15%的增加。所以两个单位人都不够，对不对？设备够不够？看量，对，仪器够不够？还是看量？也看量。刘主任是不是也是这样？基本上，在南部的侦测中心负责的这个检测的日本进口量是比较少的。从南部进来的，你辐射中心在负责。对，中部、南部。北部进来的核能所，对对对，核研所在负责。因为我们负担的量比较少，对对，所以目前来讲，增加的量其实是可以处理的。说实在的，以核研所的组织法、组织执掌。根本就没有去监测食品的辐射的问题，是你们都是做研究的，是对不对？是刘主任，你只是做食品跟水的侦测，不是做检测，所以这都是你们两个额外的工作，对不对？是，没有，我现在没有再请教你们，我现在没有叫请教主委，我再请教两位啊，你怎么跑就过来的呢？所以。你核能所你是用 part time 的支援十个人，刘所长刘主任这边你是全部三个支援工作，可是人没办法增加，所以支援工作越来越多的地方，你的本业就越来越少，是能做的事情就越来越少，对不对？仪器够不够？仪器目前是可以的，未来够不够？未来其实就是要看量了。对啊、不过我们明年的预算，我们有增列增买。现在是五线市没有进来哦，未来还要加上五线市的东西进来哦，未来的量绝对比现在大。好，那我想请教主委，106年度的预算有没有增加仪器的经费？有没有增加检测人力的经费？中心有增加是吗？没有。中心是设备是有增加，看过你的预算，没有中心的设备，没有这个设备，中心的设备没有增加这个检测的设备，没有增加检测的人。
人是没有，我知道。那中心检、辐射侦辐射侦测中心有增加设备。现在日本进口的产品双证，哪双证你知道吗？产地跟辐射证。产地跟主委，如果你现在连这个都不清楚，没有，刚刚讲产地跟，所以就表示你没有研究过嘛？有一个产地证明，对，还有一个辐射证明，对不对？对。未来有没有这两个证明？有没有？未来的话，当然是要做的。啊？未来有没有这两个证明？卫福部他们应该去处理嘛？那你知道不知道嘛？这跟你未来的工作量也很关系耶，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就在这边挂保证，那是你的保证，谁敢相信？我没有要保证什么，我要保证什么？我刚才告诉你，主委，未来没有双证，未来的东西没有双证。我也就是说，产品日本进来的时候不会挂日本辐射检查合格的证明。我先告诉你，你不知道我就告诉你吧。不，我不是，对不对？委员，我基本上我特别强调一下，我们是配，请你听我讲完，请你听我讲完。未来没有辐射证明，没有产地证明。那所如何来认定哪个是灾区送来的食品，哪些不是灾区送来的食品？那将来认定的就是你原能会检查的证明公告挂在卖场上面，好，这是我原能会检查合格的，所以你完全要负安全责任，你知道吗？你知道，如果你这个都不知道，我知道，你如何挂保证？等一下，我能不能够听我讲几句？可以啊。我还是强调，我们只是刚才您所讲的那些主管的，都是卫福部食药署的，或是农委会。拜托，主委，你到现在还一直推到卫福部？我没有推。喂，你将来你要负责安全检查，你不要事先知道将来的状况是什么，我的人力够不够，我的设备够不够，对不对？这个我将来的量绝对比现在增加。我同意，这个我都知道，这个我们知道，我们有评估过。他没有辐射的证进来，所以你就通通要视同有辐射有问题的，你要去检查去。那事实上他送进来的时候，他你要不要跟卫福部讲，跟农委会讲？如果是用这种方式进来的话，我原能会的人力不够，我的。这个我们会谈，这个我们会是人力不够，这个我们会讲，这个会的，这个会的。你想挂保证，可是你有没有能力去挂保证？问题在这里呀、啊，你想过了吗？你考虑过了吗？你检讨过了吗？今天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你事先都不知道，不是一直讲说这是农委会的，那个这是卫福部的，主委，我现在不问你。我请教原能会的这些同仁，你们敢不敢挂保证？你们敢不敢说我的能力够，我的设备够，我的仪器够，我将来可以负责大家的安全，将来没有双证，我原能会出证明公告大家通通合格，让大家安心的去买，发生责任我原能会完全负责任。你敢不敢？有人敢的，那个，蒋令武。所以诸位，不是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我今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角色哈，我们只是协助去检测。我刚刚讲，所以说没有说没有您想的，没有您刚才所谈的那些吃东西，胃无法消化的话。那个事务主管机关都是卫福部食药署该做的事情，不是吗？胃要不要告诉嘴巴？不一定。我还是强调吧，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现在目前能够做的，就是只是针对着他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委托我们来帮他做相关食品的检测，对吗？你有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也很简单的问你，你有没有能力做吗？有能力，有能力做，就是你挂保证，你挂保证啊。你刚才有提到说哈，你有没有能力？你说有能力，我说你会挂保证吗？你所谓的有能力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个专业的能力吗？我讲的人数的人还有设备、哦、你讲是你刚刚讲能力还是讲人力？能力跟人力、哦、通常综合起来叫做能力。
你要跟我国文解释吗？我不是，我要问清楚嘛。我当然要告诉你，我一开始就要跟你讲，一个人力，一个人力，你想要帮忙，你想要做挂保证，可是你有没有能力这挂保证？能力有很多因素在里面，你有这个能力吗？你如果把这个人力也放在这个人里面，当然我就不敢挂保证吧？不是，我就有所保留了。啊，保留就是不敢挂保证吧？如果原能会负责检测的辐射的食品的原能会不敢挂保证，老百姓吃得安心吗？老百姓敢吃吗？政府可以进来吗？抱着日本大腿的政府，罔顾老百姓的生命安全、食品安全，可以这样做吗？好，我不想。不就是我谢谢我委员指教了。所以原能会，我希望原能会专业判断，是不要政治判断，不要一天到晚讲我只是配合，盲从的去配合。你要把你自己的能力告诉上面。我能不能再讲一句话？好不好？因为在这个上面，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只能协助他检测嘛。就是那你刚才不是你刚才提到没错，你说量如果多的话，讲出来嘛，我的人力可能是你我同意你刚才说讲，你有没有这个人力协助？你有没有这个人协助嘛？你要往上面讲嘛？你讲出来，我会的，我上面的人还是说我一定要进，责任不在你，你不讲，责任就是你的。谢谢委员指教，是。我是特别提醒诸位啦，这个辐射食品要开放进口。我希望原能会能够展现出你们该有的这一个重要的执照，才避免你们变成三级单位，或者有机会还变成因为这一站变成一级单位。这我跟蒋委员是对的。谢谢，好好，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可是你们也晓得，我们就这个是现在不列入会议记录的。好了，请好了。如果你不接受我的意见，没有，我要帮着同仁讲话。是，我要帮原能会的同仁讲话。是，好。人不增加，经费不增加，设备不增加，然后要他们大家去挂保证。好，诸位先请坐。好，今天我们原能会的这个有关106年度的预算，专案报告已经完毕。那未及询答部分，另外择期在办理。啊，高路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及所属单位预算案相关提案，请于11月18日下午5点前提出报告委员会。今天上午议程处理完毕，现在休息，下午1点半，继续开会。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是要帮你。你说挨说里面有钱没有人，懂吗？又不好意思，他们还打比赛，然后觉得说没有我也是，好不好？明白，因为今天不是进来嘛，你这样子还开玩笑，我知道，今天又是因为印象不好，因为他们这些是没有，对，你要。